虽说挺甜，为什么今天杜兰特失误滑倒？你在解说时笑得那么开心呢？这个就是比赛当中呢，因为篮球比赛归根结底呢，这是一项娱乐大众的这么一个赛事。你如果说解读这么一个赛事，如同是教授上课一样，那这个其实呢，也背离了竞技运动它一种在现代的体育格局当中这样一种根本的逻辑了，以及呢它存在的必要性。存在的必要性呢，无外乎就是博大家一笑。竞技体育嘛，我们看竞技体育啊，不是说高山仰止去参见什么这个，道德先师了，而是说什么呢？寻求一种内心的满足。生活当中呢，繁忙之余，求得一时闲暇嘛，所以这个看比赛没有必要说这个一板一眼呢，咬着后槽牙搁那解读，这是大可不必了。所以场上经常出现一些，你比如说失误啊，运脚面上了，或者说打铁呀，这一回合挨帽挨的被打的灰头土脸呢，再包括你像杜兰特那种拉胯，当时这个前脚一滑，但是后脚没跟上，一个大劈叉。这种回合的话，都是让人忍俊不禁嘛，这就完全可以的，看一乐。运动员呢，也是给我们表演，他们在场上啊，确实是为了胜负放手一搏啊，全力以赴。但是我们作为观众呢，观赏点呢多种多样，看什么都行，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当时杜兰特不就是吗？努力，挺努力，当时打的最后阶段。篮下尝试一次突破，但因为长久以来他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啊，再结合之前遭遇个屡烦的伤病侵袭，所以呢身体竞技状态啊大不如初了，所以当时就是倒在场地上，这也不算让人感觉意外吧，也很正常，挺符合逻辑的。这一回合呀，卡呀。鲸鱼浓眉55分，是不是代表已经达到巅峰？浓眉55分，55分打的肯定是非常漂亮。最近差不多7到8场，浓眉哥几乎就是场场爆种，总体平均下来呢，应该是场均干到35分左右，这个得分是非常恐怖的，相当夸张。至于说这个浓眉是不是说已达巅峰啊？已达巅峰不至于，因为现在外界很多人对于浓眉啊，他的要求呢开始越拉越低，就是说浓眉只要说打出极其漂亮的个人数据啊，场上有亮眼发挥，那么往往就把他呀捧得高高。但是考虑到浓眉当年也是状元秀身份进入 NBA， 一开始那会儿与字母哥两相这个竞相角逐，曾经呢两者之间一时一亮，作为小球时代的最终选项。但现在呢，你再看字母哥，字母哥常规赛期间守着打，但是尚且能够做到场均34加，稳稳当当。而浓眉呢，今年据说是表现挺出色呀，但场均得分上了30了嘛，也没有上。说实话，就现在的浓眉啊，跟字母哥呢，差距仍然是一目了然的。字母哥顶天立地呀，在场上能里能外呀，现在魁梧的身躯、健壮的体魄呀，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浓眉哥呢，需要加紧脚步。趁着自己还算年轻，去赶紧追逐的。所以浓眉他这个表现挺好，但是考虑到以往啊，浓眉他原本出身就高，天赋异禀，进入 NBA 呢，俨然就是小球时代，真正的5号位的选项。所以浓眉现在总体发挥，我感觉就是还可以，因为毕竟你要考虑到什么？就浓眉，就算说最近7、8场呢，场均得分这块干到了34、5了，但又能如何呢？你看卢卡东奇一整个赛季，人家也是场均34、34分啊，也不比你差呀。而且浓眉哥，你不能说仅仅截取一段啊。纵观今年一整年呢，他场均得分无外乎28点几，28点几有多么特别高吗？其实也没有。你跟这个太阳队德文布克相比啊，德文布克也是扛着重重压力，率领球队负重前行。克里斯保罗、克劳德这个球队当中的中流砥柱，之前2021年干进总决赛的重要成员，他们都因伤缺阵。但你看德文布克呢，率队目前是西部第一的战绩，联盟第二。这是德文布克打出来的。按理说布克呢，他其实年龄啊还不像说浓眉这么好。浓眉是29岁，这是最巅峰、最好年华。而且浓眉哥之前拿过冠军了，有过冠军经验了。按理说以他这么绝佳的年华，再结合以往取得的成绩，应该更上一步了。但结果今年浓眉呢，总体表现有德文布克好啊，远远没有。德文布克今年是数据战绩两手一把抓。可以说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典型代表了。浓眉今年呢有数据，但战绩不行啊。勒布朗詹姆斯和威斯布鲁克他俩其实呢受伤情况没那么严峻，起码不像说太阳克里斯保罗一伤，差不多目前一多半的比赛没打，
但你看勒布朗詹姆斯呢，休战少数几场，现在已经火线归队了，轻伤不下火线。猛男呢，板凳席上找回自我。按理说，就湖人队这个总体交的奢侈税规模啊，再结合呢队内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让人感觉压力不是那么大的伤情环境，浓眉哥理应作为一个年轻骨干，作为一个中生代的湖人队当下的领军人物，旗帜性的这么一位球星，他应该打出更好战绩。所以目前考虑到湖人仍然是西部前十开外，你只能讲浓眉呢偶有爆发，个人发挥这块确实可圈可点，但以他的高标准研究球来讲，当年跟字母哥一时一亮，你曾经那会儿风华绝代，甚至他留给外界的期待高于字母哥，但现在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了。字母哥场均30+分，30多分嘛，跟其他的那些年轻人比，跟比你岁数还小点的恩比德呀、约基奇呀，你说你能比了谁呢？浓眉哥，我感觉就是还可以，但仍然是没有达到我心目当中对于浓眉的预期。战绩太拉了，跟他在鹈鹕时期有啥区别呀？区别不也不大吗？今年是总计为止呢，打过一场顶级硬仗，打的是哪场呢？面对密尔沃基雄鹿，但哪支球队不吃顿饺的呢？湖人现在已经打了20来场了，吃一顿饺的，那这个说服力有限呢。因为毕竟你赢的其他队伍，通常都是阵容残缺的球队，要么就是彻底遇难。你比如说今天击败这个奇才呀，奇才对布拉德利比尔就打3分钟，那不比尔是奇才队真正老大，那人家老大缺位，你说你赢了一把又能如何呢？而且人家低位五号位蹲着，这是一个伤情比你更复杂，命运比你更多舛的博尔金吉斯，你赢了博尔金吉斯了，打这么一个防守端的软人，我感觉参考价值也不大吧。希望浓眉能够再接再厉。你什么情况之下，在我的标准看来，浓眉这个赛季啊，算是打出了顶天立地级别的发挥呢？赛季打完，湖人队啊，就以他们三巨头的格局，勒布朗詹姆斯今年还能场均25-6分呢。威斯布鲁克板凳型打出来的效果也不错，阵容呢今年伤情环境这块又比较良好，今年起码是打出西部前五的战绩，浓眉算是打出来顶天立地效果了。如果仅仅是第八第九的话，浓眉今天仍然就按他的标准来讲依旧是非常老，依旧非常老。空有数据没用，主要是浓眉现在已经早就超过了那个空有数据的年纪了，外界对他的标准也不可能，也不应该放这么低。浓眉呀，说谁谁老话呀？那你这玩意儿，你看你把浓眉定一下什么标准呗？浓眉有那么拉吗？你口中这浓眉呀，就打出点数据，那简直就得吹上天，这就扯了。你得长远来看，你不能说一两场比赛直接就给浓眉呀这个赛季的发挥给一个定义。你要说给定义呢，浓眉今年打的不行啊。给定义打得不行，领军带队这块气质多少还差点，但是说实话现在看出来浓眉身上有一种良好的讯号了。无论说他是场上啊很少扶膝盖了，并且呢打到第四节也不长吁短叹了，接受媒体采访呢经常的发言呢面带笑容，而且表态极其积极，对于未来啊有一种就是旌旗高展呢，我迎向下一个时代，我迎接黎明前的曙光，有这种自信心了。所以浓眉在这点上是让人感觉多少有点放心的。对于湖人这支球队接下来的前程呢，让你多少向上调了一截他们的战绩可能性。所以我感觉浓眉啊，如果继续这么打下去，这个赛季最终呢很有可能入选最终的 MVP 竞争者，三大竞争者很有可能有浓眉。因为今年如果说最终湖人队这是杀进了西部前四的话，那湖人就是彻底的触底反弹。触底反弹，你这种话题性在 MVP 竞争当中一直以来它都是挺有权重的，媒体也愿意看到就这种让人感觉始料未及的想象之外的这种发挥表现。尤其浓眉几乎就是凭借个人的超强表现呢，个人的数据能力在场上攻守两端支撑湖人队的阵线，领军带队呢干到这个西部前四。如果能做到，浓眉我就比较支持能竞争一下最终的 MVP。 三人结构的话很有可能浓眉啊占据其一，但就看能不能做到了。如果浓眉没能做到，那不得不讲今年浓眉啊还是空砍群主，空有数据啥不是。因为浓眉不是一个20以上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了，现在对于哈利伯顿的要求尚且都不只是打出一个20+10了，都得要求你率领步行者赢球了，也不可能总等你嘛。
你这不是进入联盟第一年第二年了，而对于浓眉来讲呢，现在差不多他进入联盟啊已经接近十年了，十年的一个中生代球员，29岁，作为一名篮球运动员来讲最高光的这么一个年龄阶段，这是一个最好的年华。那对于浓眉的要求理应呢不可能放到比这个哈利伯顿呢那个位置更低的这么一种水准线，所以对浓眉的要求就今年必须得干到西部前四，如果能做到他算是厉害，那湖人队今后啊指望他当带头大哥绝对具有说服力。那更衣室之内说一不二，这位队友众兄弟呢俯首称臣，以他马首是瞻，包括勒布朗詹姆斯在内，那也是甘于把职业生涯最后这个阶段呢交代给浓眉身上，辅佐浓眉了。但如果说浓眉今年领军带队啊，最终呢仅仅是排到西部第8、第9，浓眉依旧拉的要死。我感觉以他的标准，以我对于他的高标准认定来讲，仍然是拉的要死，没有比他更拉的。领军带队这块仍然是毫无能力，所以还得是看长期，看他最后能不能做到吧。做不到的话，之前打的啥不是？那不还是空砍吗？水手挺甜从本周开始就正式减少直播天数嘛，本周开始，对，就周一到周四讲一讲，要不然现在我头昏脑胀，我干啥也干不好，所以就周一到周四，周五周六周天呢缓一缓。而且现在这有世界杯讲求任务，经常我老熬夜，而且他那个广告方要求的特别严格，就经常老得改，而且这里边全是细节，都得注意，不太好整，他那个广告拍的不太好整，所以就是周一到周四吧，这个礼拜。潇潇超我雨地能否祝我好兄弟梁潇生日快乐，每日狂爽。分析明年保研情况与女球友关系长久啊，能否祝你好兄弟梁潇生日快乐，姓梁，单名一个潇字，潇就直冲云霄嘛，气吞山河之感。壮志凌云之志，这种感觉，梁小可以。梁本身呢，也有天地之间架作桥梁，人博古通今，饱览宇宙万物，通晓这种这个什么呀，天地的琐事，这种质感。姓梁名小，这俩这个姓和名呢，正好是挺般配，两者之间有点相得益彰了。所以梁小这小伙估计是应该今后啊能够挺有前途，未来想象有多远呢，那么你就能够走得有多高，祝福他吧。所以说这个明年保研情况啊，保研必然得有他呀，要没有他的话，不符合命理当中带来的这样一种强势的运势，应该有他。祝女球友关系长久啊，应该能长久。云和天地几办 SD 电影主角从樱木换成宫城和泽北去美国打 NCAA 实锤， SD 第二人恰巧井上身高167啊，你说什么玩意儿？电影主角从樱木换成宫城和泽北去美国打 NCAA 实锤， SD 电影啊，这不电影不现在打的是那什么吗，就是那叫什么玩意儿，那个三王工业吗，不打的三王工业吗，他没说去 NCAA 啊，你换主角那谁看呢，除非番外篇。但是我感觉就以灌篮高手他的号召力呢达不到就像漫威那种，就是每一个单独人物都出一个番外篇还具有极强号召力，估计费劲。除非说这次这个灌篮高手电影啊一炮打响，重新呢就让很多年轻的新鲜血液也喜欢上了这么一部古典漫画，已经挺古典了，90年代距今已经是30来年了，那就看这是不是能一炮打响。但是宫城良田号召力有限，三井寿其实都差点，你要说出一个流川枫翻译片有可能吧，流川枫翻译片是一个下限了，你要说再比流川枫角色位置更低的出不了翻译片，跟什么泽北哪有人气啊，泽北这人气是非常虚的，仅仅是有股虚火，很多人感觉好像说看过拳王大赛喜欢泽北也人气不行。在国内还得是流川枫樱木花道他俩可以，其他人单独出不了番外篇，尤其你支撑一整部电影不可能，这么整不好。那个灌篮高手反正是
拍的我感觉呢还是挺动人的。这里边虽然说整个画风啊跟我们以往记忆当中那个灌篮高手的动画、啊、大相径庭，这里边有很大区分，包括每个人的线条结构啊，以及呢整个一个人运动那个逻辑啊，跟当时那个二维版的动画啊给人的印象概念呢完全不一样。当然这就时代进步嘛，你不可能说、啊、总是抱残守缺啊。以往那会儿我拍过一个世界范围之内的影响震撼的这么一个体育动漫，我将来我就得是照猫画虎，没有这道理。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观众啊，你还得继续吸纳到灌篮高手这个漫画的框架拥趸之内，要不然的话这个漫画它就很难有持续的生命力嘛。所以就是画风这块多少改一改，改还行，节奏情节啊各个方面处理的还挺到位。而且灌篮高手呢这个里边啊它很多这个画面呢都是说什么从这个制作组啊再到这个漫画作家本身呢，对于很多艺术的细微理解很到位，这东西都是直透纸背沁人心脾的很多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我之前我看那个灌篮高手他这个最新电影版本，我这个又额外看了几集灌篮高手嘛，他这灌篮高手的片头啊也都挺有讲究。我仔细一看这片头里边细节太多了，细节如梦如幻吧。灌篮高手的片头一开始你看没看到上方有一个吊灯啊，吊灯往下垂，然后照的是什么，照的是这个球场，球场上每个人向前运球呢跑动，这就开篇点题，那一说灌篮高手啊他拍的是一个篮球相关的运动，而且篮球相关的运动呢主要就是强调的灌篮这么一个青少年期间梦寐以求的一种球场之上的行为动作，那技术追求，希望自己能做到灌篮嘛。包括樱木花道最后这个最后一个出场来一次扣篮，代表什么，樱木花道是真正的主角，最后一个出场。一开始的流川枫、工藤良田互相打个配合上篮呢扣个篮之类的，赤木刚宪呢最后是樱木花道上来了扣篮，一下扣进了。扣进之后呢画面一转，转到一个海边，和煦午后海边有一个球场，那个海边球场呢当时阳光明媚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没看到开篇呢讲的是一个篮球的动漫，篮球动漫最后一个出场扣篮的是樱木花道，他是主角。为什么他能扣篮呢，告诉你为什么能够扣篮。一下镜头一转，晴子出现了，晴子出现就在海边嘛，是因为晴子樱木花道才喜欢的篮球。而且这个灌篮高手那个片头曲啊，这里边但凡涉及到晴子的要么就阳光明媚，要么就是波光粼粼，这透露出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呢，就樱木花道之所以打球啊主要是因为这个晴子跟他之间这种感情嘛，才使得樱木花道投身其界。你看最后那个定格画面呢，他俩又是在哪儿啊，就是这个在海边开始这个漫步嘛，意味着就是互相之间通过篮球啊相识相交。但到了最后一个定格画面呢，又是樱木一个人了，夹个篮球，身披一个这个篮球服，而且这个面目这个表情非常坚毅。最后那定格意味着什么呢，樱木花道归根结底他喜欢篮球，他是个篮球手，他不是说就是从始至终都是因为男女之情才对于篮球投入这种全方位的热爱，不是这样。最后定格画面又是樱木一个人夹个球，那一说啥，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是发自内心喜欢篮球，那不是因为男女之情才得一直打球。最后又来个点题，这灌篮高手嘟嘟嘟嘟，靖宇，经过炮山事件后，你是否认可保罗为控球之神呢？此事后，他唯一的那个老大冠军戒指是否会被没收啊？炮山事件后，是否认可保罗为控球之神呢？这个事儿目前也黑不提白不提了。那欧美地区，坎耶·韦斯特他现在那个推特已经被封禁了，没有什么发言渠道了。其他渠道呢，好像说也是寥寥可数，或者说呢，本身影响力不大。而且欧美媒体似乎说，维持了一种一致性，就是关于坎耶·韦斯特呀，他的很多发言呢就不做后续追踪了，因为欧美就这样。那很多主流的一些媒体机构啊，基本上呢，幕后老板那很多都具备犹太裔的血统的。所以凯文·韦斯特现在这个发声能量啊，大大不如当初了，甚至也就是当初的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在国内呢，在国内这个事儿也没有掀起更多波澜呢。那克里斯·保罗之前就是被提了一嘴，但是后续呢没有报道了。
听到的一些报道，就是相关一些人士站出来替保罗发声，那一说就没有这么回事，其实是坎耶韦斯特他是个精神病，现在就这样。所以可见保罗呀，无论中外吧，媒体方面确实是还是有一些人脉。那这玩意儿就是媒体嘛，它能影响大众对于一个事件的理解啊，能够引导大众的情绪。而保罗呢，就有这种操盘能力。以往就早就发现了，当时贝弗利就指出来过，那会儿是季后赛期间，克里斯保罗刚刚这个率队被谁呀、啊？被独行侠击败了，而且是翻盘，2-0领先，最终遭到对方4-2逆转。当时翻盘之后，贝弗利不就讲吗？那保罗就这样，你在场上实质上啥不是，这个没有人怕保罗，他的防守呢被吹下来的。而且关于保罗呀，外界媒体一般都是双标，保罗真说做点什么错事的话，媒体很快就会淡忘，转而呢又吹他是空位之神了。之前单身小布朗宇哥朋友组了套历史最硬阵容，保罗、杜兰特、加内特、恩比德，让我替他问问你分位应该选谁呀？保罗、杜兰特、加内特、恩比德分位应该选谁呀？保罗是一号位，一号位保罗掌控球权嘛。杜兰特呢，他是三号位，打小前锋，小前锋的话立棍单打，这点跟保罗多少有一定的重合，但当然考虑到他俩风格不一样，保罗是借助掩护挡拆之后中距离，而杜兰特呢，中距离是直接的摧枯拉朽，面对防守无视防守这种强攻模式。加内特呢，更多防守立足，进攻端这块也是中距离为主，这三个人有点冲突了。恩比德呢，三分线外其实他开火能力也比较有限，一般来讲场均就是1.3个、1.4个，这点火力不太够。杜兰特其实外围发炮火力也不够，一般来讲职业生涯平均就是1.5个、1.6个，也就这样。保罗同样如此，保罗更多中距离，所以这帮人都是中距离。恩比德顶多能打一打篮下，但是恩比德呢，风格这块其实也是照犯规为主，中距离开火。分位啊，分位这会儿那你就得是有一个三分射术精湛的了。最硬阵容啊，最硬阵容分位的话，谁呢？分位得分后卫，得分后卫选科比布莱恩特吧，科比布莱恩特可以，科比本身就挺硬嘛，科比场内场外都挺硬，科比一直以来作风就这样，无论说到哪儿呈现出来就这种强硬，无论到哪儿呈现出强硬，所以科比布莱恩特也属于是一个硬派人物嘛，那就让科比布莱恩特去吧，选科比吧，科比是个硬汉嘛。随心所欲，请问 RAP， 请用 RAP 也说出下面两句话。一双纯，而且就科比能够捏合这帮人，因为他们的话都是属于哪种，属于朝三暮四型的，只有科比去了能够压住场面，让他们不再朝三暮四，只有科比最适合，其他人都不太适合，因为科比性格非常强势，他们只有在科比身边能老实打球，换其他都不行。乔丹去，乔丹没有三分球啊，去不行，那都中距离了。穷 rap 说出下面两句话：一双纯白的球鞋拉，一双纯白的球鞋挑个拉风的 T， 我随便胡说的话语，他们发的 G， 什么玩意儿这是？一 rap 说出下面两句话：一双纯白的球鞋挑个拉风的 T。一双纯白的球鞋挑个拉风 T， 我随便胡说的话语，他们发的 G， 一双纯白的球鞋，挑个拉风的 T， 我随便胡说的话语，他们发 G。高档鲸鱼，你觉得中国冰球在奥运会之后的发展趋势怎么样啊？奥运会之后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国举办冬奥会之后发展趋势，发展我认为将来有可能呢越发展越差，没有办法，国内这个体育环境啊基本上已经板结了。冰球呢曾经在2010年前后尝试开拓中国大陆的市场，但是最终发现还不行啊。其实2010年为什么当时很多这个包括 NHL 以及这个 KHL俄罗斯大陆冰球联赛为什么都赶紧要开辟中国市场，因为1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啊蒸蒸日上那么一个阶段，
零八年呢，虽然说，当时那会儿多少遭遇了一定的经济危机，但是2010年基本上已经消化了。2010年到2016年到2017、2018那是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起飞阶段，所以呢，很多顶级联赛啊都看好中国这块市场，赶紧过来先下手为强。但事实发现，冰球还是不行，实在没有群众基础。国内呢，除了东北三省以外，甚至你别说东北三省，也就是黑龙江当地。在冬天的话，有室外的天然环境，能够让你从事冰球相关运动，滑滑冰之类的。但除了黑龙江以外呢，没有群众基础玩冰上运动，长春都不太行，长春不够冷，黑龙江够冷。七台河那一带，那特别北的地方，漠河这一带挺受欢迎，但是，绝大部分地区它不流行啊，而且民众呢。他生活当中原本我们这个国度啊，他向来呢实质上还是重文轻武的，就是也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打球救不了中国人嘛，这话也不算说错。你比如说我们没踢过世界杯啊，现在也没踢世界杯，足球世界杯没有我们，那又能如何呢？你踢个球，你这玩意儿你踢球踢再好又能如何呀？你踢的跟巴西似的有啥用啊？没有用嘛。所以国内本身他这个认知呢，就是尽可能好好学习，这事是最稳妥的。所以说参与体育运动啊，有几个玩的得了。你比如说我偶尔能打个篮球，打个乒乓球，有地方能玩，甚至你要说有兴趣呢，撇个飞盘，踢个足球，也不是找不到场地，如果你真想玩。所以说个冰球之类，精力啊没有那么发散，那你只能说少数中产阶级往上，他们让孩子偶尔去玩几下，那也是偶尔，不可能长期去参与冰球运动。再结合呢，一般来讲举办完奥运会之后啊，后续你对于金牌的冲动都会大大降低，因为你了解不可能说接下来我立马还得举办，那可能远着赫呢，可能说未来三四十年再轮着你一回，那就不是短期发力能够这个有帮助的了。你看之前那会儿2008年我们拿51块金牌，后续立马就断档式下滑，也无所谓了，反正我都已经举办过奥运会了。所以这个相当于什么，我们通过体育的方式在国际上争光露脸，达到一种极致了，已经触碰到天花板了，接下来你的继续努力的这个动力呢肯定会衰退的。所以冬奥会啊举办完了之后，接下来冬季项目的相关投入很有可能就没有那么积极了，所以这很正常。所以我也不看好冰球接下来的发展，也是那样嘛。幸存后末，以下软饭硬吃情况如何排序？团体偶像光头欧巴，警局之虎曹氏达华，文君卖酒养活司马，燕青诗诗亡命天涯呀。就是以下软饭硬吃情况如何排序啊？团体偶像光头欧巴，团体偶像光头欧巴呀。这里面是怎么的回事？团体有个偶像，团体的偶像，团体出道呗，就一个团队。然后呢，还有一个光头欧巴呀。光头吧就是光头的一个型男，因为团体偶像通常很多小伙啊都属于发型，因为发型这玩意儿属于是人的颜值当中重要一部分。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呢这帮明星啊整个造型通常是以发型为主，因为脸上你说你还咋改呢，改不了啊，就只能改发型。发型如果说呢符合你的脸型，你的脸型又搭配你的身形，这么一整完造型呢，可能说就是比较英俊，一看起来呢像是个偶像团体当中的代表人物。但你要是剃个光头呢，剃个光头说明这个人不太乎外表啊，那说明什么？纯粹的实力派。这也有，你剃光头就是我靠一嘹亮歌喉完全可以拿住人了，人不在乎这个，就属于啥吃长久饭不是吃青春饭的。团体偶像光头欧巴呀，光头欧巴说明这个人极有实力，那这属于不是软饭硬吃了，就正八经人家就有实力。警局之虎曹氏达华呀，那个吴孟达那形象啊，吴孟达警局之虎啊，因为吴孟达本身这人年轻时期也是英俊小生，当时参加过什么楚留香的相关拍摄，他扮演的是胡铁花嘛，胡铁花。所以跟那个楚留香跟那个谁呀、香港电影里扮演楚留香叫什么名了，叫这个我也忘了，跟沈殿霞他俩是两口了。那人叫这个那人叫什么玩意儿了，任贤不是任贤齐，这叫什么，郑少秋，对，郑少秋嘛。郑少秋年轻时期多潇洒呀，看起来就说什么，我感觉郑少秋呢他有点典型的古代的那种这个
文人仗剑走天涯那种感觉。我感觉中超球这个形象最适合扮演谁呢？李白最适合。就李白呢，他本身是一个书生，但是眉宇之间肯定是有一股英气的。但是李白呢，他不可能长得跟张飞似的，也不可能长得五大三粗，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彪悍、体格极其壮硕的那种大侠，不可能。所以这李白呢，就很符合郑少秋那种形象，就看起来好像说挺文弱、文质彬彬，但是呢，身形这块挺挺拔、挺高挑。真说拔剑呢，拔剑四顾心茫然，看起来也有一定的英雄气概。所以这个郑少秋是挺适合演李白的，挺适合年轻时期郑少秋，因为李白不可能说长得特别帅气，郑少秋那脸就是，他属于哪种？有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但是不是那种英俊小生，不是这样。张小秋长得可不是说啊尖儿下壳锥着脸，而且油头粉面。张小秋年轻时期也不这样，年轻时期看起来也属于是就是挺正经的一个人，文弱书生，但是呢实质上他也有五八招，会两下子，这种仗剑走天涯呢也无所畏惧，自己这两下子足以支撑他应付一些危险。这张小秋他挺适合演那种角色。警局之虎曹达华呀，曹达华人长得帅呀，吴孟达长得正经，正经不可再。当年要不怎么说跟郑少秋搭档，互相之间有对手戏呢？所以吴孟达可能说就是说什么呢？因为这东西就是人家那女警啊，年轻时期可能就仰慕这个任达，这个仰慕这个谁呀、啊？仰慕那个不是叫什么名了？就是吴孟达嘛。年轻时期就仰慕吴孟达，吴孟达年轻时期看起来挺坚毅的那副面庞。看起来就是属于什么一个型男，一硬汉，年轻时期这个吴孟达身上一水块，所以你这种就属于啥呢？年轻时期在很多少女心中啊扎下了一颗思春的种子，年龄大了之后也不改当年。这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让你，比如说生活当中，你一般来讲上什么小学呀，很多流流氓氓之类的啊，很多女的就是看上这流流氓氓了，再过20年。你看再看那个当年那流流氓氓的，他可能说混的已经不行了，但对于这个当年的少女来讲呢，仍然是心怀一种崇敬，有一种尊重，还这样。所以这吴孟达就是当年的那种感觉。文君卖酒养活司马呀，因为这是在古代嘛，在古代实质上呢，一个女的如果说对外你已经公开讲了啊，我非她不嫁，我已经以身相许了，你算是完了，你只有这一条道走到黑，没有第二个选项了啊！你说我后悔了，我这个感觉自己当年做这个选择太错了，我把对方抛弃了。一旦再抛弃的话，这就属于啥？反复无常的小人。在古代的话，有那么句话嘛？当然这话有歧义啊。为什么什么？你要说反复无常的话，完了。你看没看到《霸王别姬》里边有一句话，就那里边谁演王学圻演那个角色，为什么说他一直坚持就不能乱改呢？那外界一谈这个唱戏都是下九流啊，那你要是朝三暮四的话，这不更让人戳脊梁骨吗？所以这个文君当时为什么养活司马呢？你要敢朝三暮四，社会性死亡，回家之后回娘家，那都可能迎接是一顿毒打，很有可能最终人家你的父母都不一定愿意认你。你要是一头到跑到黑呢，也许还能就是谋得一个我是什么贞洁烈女呀、啊，为了真爱啊，乱七八糟。你要是朝三暮四，那完了，嫌贫爱富，眼看这司马相如不行，混不起了，你又把他给抛弃了，这人就毁了。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之下，也很难容纳，就是这文君呢，因此他就必须得这么整，一条道跑到黑了。所以实质上，你这历史啊，你得结合当时的风土人情、时代背景。这文君实质上他是无奈之举。后来其实你说后面后悔，多少有点后悔，但没有回头路了。这就是风险嘛。这个燕青诗诗亡命天涯呀，燕青诗诗这俩属于是啥？瘸驴对破磨嘛。这个属于啥？属于那属于怎么讲呢？属于是这个鸡鸣狗盗也差不多。属于是哪种？属于是这个哪种瘸驴对破磨，还有一个叫什么名了，还有一个叫男盗女娼，差不多，确实男盗女娼嘛，他俩不就是正好一路人。那你说李思思他说这个还俗了，不是从良了，有没有好下家找个老实人能要？他已经名声在外了，一般老实人不敢接手。
因为什么？你老实不行啊！你老实的话，你能架得住？就是这种风言风语，再结合呢，有可能官方还有追杀的背景呢。那你这东西毕竟是跟皇帝有染的，你除非说本身就江湖人士，没事打家劫舍，脑袋别裤腰带上，你才敢于接手。而这李世石找这燕青，燕青本身比李世石小，小白脸儿，而且他之前也是打家劫舍，当过强盗，是个强人。你这种呢，就是男盗女娼，他俩正好是蛇鼠一窝了，最后搞里头了。他俩这挺般配，属于是，其实没有那么浪漫，也属于无奈之举。这燕青，你说找个良家少妇，把人家坑了嘛？你当年你积下多少孽障啊？这辈子你积了阴德了吗？根本没有，杀了坑杀无数人。这梁山坡就这样，就这帮人，什么这个，天上什么星宿啊，又是都是恶人，什么恶鬼道都下凡的，其实没有几个好人。燕青其实也是有一种什么天生的奴性，当然在古代也很正常，天生有奴性，辅佐这个御妻的卢俊义嘛。不懂艺术啊，艺术它也是来源于生活呀，而且艺术当中有反讽，有对于当时社会的针砭时弊，也有呢对于很多事儿无情的嘲讽，你这才叫艺术呢。你要说光是就说什么啊，《水浒传》作者就是说那意思，言外之意就说这帮人都是好人，那你可错了。《水浒传》作者他本身不见得就内心当中对于这帮水浒上什么所谓的梁山贼寇啊有那么大的同情，表面上好像是说什么啊，我整个九天玄女，我整一个上天是108魔君，这是为了啥呢？这是为了让整个这个故事在当时社会能够存在，要不然的话你写的不就是反书吗？要不然你写的啥呀？你写的不就成为了这个你告诉其他人怎么造反，这还了得？在哪个时代你都是犯忌讳的，侠以武乱法，儒以文犯禁嘛。所以你要是不整这么一个鬼鬼神神的，它就不成立了。所以这其实那里边也笔触啊非常冷酷，就展现出一些什么这个所谓美其名曰造反的这些，他们本身行事风格的狠辣，其实也是为一己私欲，这帮人为自己啊宣泄这样一种杀人欲望，宣泄自己这样一种占有欲望，这都笔触描写的嘛，很深刻，表面在给你罗织成一个什么合理的合法的外衣，让你看起来好像说，哎，这事儿就是个神话小说，无所谓，无伤大雅，讲的是个神话小说，跟西游记一样，西游记表面神话小说，实际上写的根本不是写神话小说，就针砭时弊嘛，基本写的很多都明朝宫廷的事儿。水浒传也是，实际上那个施耐庵，这个你看那笔触写的，给这帮人描绘的，根本，我要是作者的话，我要是这么个描绘方式，那么我感觉就以作者的思维立场不认同这帮人，他肯定是不认同的，发自心里不怎么认同，没有那么认同。这其实这个作者写的都可坏了，这帮人没有几个好人，包括林冲啊，什么武松之类的，这都是身上性格瑕疵很重，这里边，而且为非作歹呀，无恶不作，这帮人。单身小护郎宇哥，以下谁更强？板凳席上的保罗，库里身边的杜兰特，被队友拉住的加内特，面对小乔丹时的阿德巴约，直播间激情辩论的徐静宇，谁更强？直播间激情辩论有啥辩论的？直播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讲，我通常呢，因为占据话语权的主导嘛，这个毕竟不是连线，毕竟不是说是参加什么辩论节目，还是两码事儿。所以说，面对小乔丹时期的阿德巴约，阿德巴约。因为他现在呢，他至今为止技术风格这块基本上也还是定型了，就属于是一个比蓝领略强，但是明星又未满这种感觉，就半瓶子不满，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悠，所以呢他只能打特定对手，比如小乔丹之类的，被队友拉住加内特呀。加内特本身挺强硬，他主要是自己呢本身不愿意跟对方打斗，如果说他真是愿意打，或者说加内特呀他进攻防守都没有这么卓越的才华，比如说他在联赛当中啊一直以来领不了顶级，进入联盟之后呢常年就领3-500万，你信不信届时加内特他就这种打斗好斗的这个场上表现呢就会淋漓尽致。加内特只是有自知之明，他了解我是一个超级巨星，我在职业生涯当中绝大部分时期扮演的都是队内实质上贡献最大的这么一号人物，所以他不可能轻易犯险的，
因此加内特这人就是审时度势，思考这块实质上比较冷静，言语上是激怒对方，但自己呢保持一种心性的稳定，这有利于拿下比赛。这加内特还可以。库里身边的杜兰特当时属实挺强硬，因为打的比赛嘛，因为勇士那个环境就给他造就了大量一对一机会，而且甚至呢对方防守杜兰特的很多都不是对方的防守端最优秀的球员防守杜兰特，所以杜兰特当时打的看起来场面比较强硬。板凳席上保罗呀，保罗板凳席上那属实强硬无比，那看起来好像说这个登场之后指不定实力多强呢，指不定说这个人啊为了胜利愿意牺牲所有呢，但结果不是这样。保罗就是外强中干，假强硬，挺唬人。保罗最强硬是加内特吧，不是杜兰特吧。 KOBICA 6732宇哥，最近湖人队看上去有回光返照了，但是波利尔浓眉和老麦的詹姆斯，你觉得这个状态能坚持多久？还需要交易吗？交易他肯定冒很大风险，毕竟湖人队手中啊未来的重建资产只有两个，那就是首轮选秀权，而且考虑到之前换来浓眉啊已经付出了几乎球队未来所有的潜在的筹码了，那你这会儿就不能贸然交易了，所以这两个首轮选秀权轻易就不要动了。因为实事求是讲，湖人队今年就算说打出了一定的起色，但你不能说就看几场比赛，而且这几场比赛他是咋赢的？之前连续取胜那打的都是马刺，后来呢赢了一场雄鹿，这属于算是硬仗，但问题雄鹿其实是有问题的，米德尔顿回归之后第一场按理说他都打不好，所以米德尔顿刚刚回归手感竞技状态不在啊，防守端又是个漏勺，经常呢一弯腰就丢球，那米德尔顿回归团队呢迎接他肯定是要进行大量剧烈的调整的，所以米德尔顿回归你打这个赢雄鹿啊，实质上呢也存在一些争议之处。当然你得说湖人队这场比赛打得好，但也不是那种完全的硬碰硬，哪天湖人队遇到凯尔特人了，届时双方再展开一场大战，能够检验湖人队到底什么层次。如果届时湖人能够正面拿下凯尔特人，那湖人队或许就会动心思是不是说交易手里这个未来两个首轮选秀权。如果你拿不下呢，你遇到顶级强队，真正的这个联赛当中争冠的一线梯队的种子，如果说你甘拜下风呢，那拼啥呀？反正至今为止看湖人队拿下的硬仗不多，你包括今天打奇才，那奇才队是布拉德利比尔就打了3分钟，人家老大不在，那你赢这个队伍那不也相当于是赢的是鱼腩吗？奇才也是没有比尔情况之下，这个队伍战绩也是非常惨淡，在联赛当中也就是排名倒数，赢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十足说服力，所以我感觉湖人队还得继续观望看接下来战绩吧。如果说正常打能够冲进前六，并且呢附加一个条件，面对联赛当中的一线强队，湖人队呈现出来了可以硬碰硬正面夹一下的这个架势，那有可能，但这俩也不会同时送走，会送一个，差不多送一个争取填补一下锋线的防守短板，填补下来一个三 D 属性的运动员，这么整。你比如克劳德之类的，我感觉如果届时克劳德还没被太阳队卖掉，湖人队呢眼看也干到前六了，并且第二个条件满足了，送一个选秀权给太阳，有可能弄来一个克劳德，克劳德也愿意给湖人效力啊。NKVV 宇哥，塔图姆和东契奇会不会成为2020年代的09双雄？一位捧得多次冠军，一位拥有超多个人荣誉啊。09双雄就是库里和詹姆斯哈登呗，兼塔图姆和卢卡东契奇啊。东契奇那意思就是哈登，但是我感觉他不如哈登，因为哈登他的得分爆炸力啊，这个属实是当时的绝顶高手。你比如说当时那个阶段整个联盟没有人甚至与哈登接近，你做不到，哈登能够无限消化球权，而且哈登啊在27、28岁的时候，当时身形这块也非常矫健，起码生涯初期的哈登身形基本上掌控的是比较好的，直到他来到了31、32左右身形才陆续发福。所以哈登初期那会儿外界也有一个美称啊，铁人哈登，不是说他打铁，而说什么一般来讲就是没有什么严重伤病，有点伤病能够强忍继续率队出战，哈登就是有这种极强的比赛的接纳能力，
完全能够予以正面的对抗和消化，自己的体格是自己竞争顶级奖项的一大关键保证。但是卢卡东奇呢，现在这个体型看起来很难持久啊，现在年龄不大他就已经发福了，可见这个人一是说什么对于自我的约束力度不够，跟哈登当年不一样，哈登当年多少也放飞自我，但是放飞自我的程度呢比这卢卡东奇啊还要强点，起码我该打比赛我在场上正常维持一个职业运动员该有的身形还能做到，但东奇现在做不到啊。至于说个人输出火力也不像当年哈登在联赛当中那么鹤立鸡群，就完全就是一览众山小，就哈登一个人高高在上遥遥领先，竟然都在哈登之下，现在东奇也没有展现出这种拔群的实力，也做不到啊。另外呢，就领军带队这个实力差距太显而易见了，东契奇领军带队就是给他添置点帮手，你比如说什么布伦森呢，你包括今年从火箭队挖来的火箭队上赛季的头号球星克里斯蒂安伍德嘛，当然他防守确实有点水，但进攻维持的效率水准呢那也不俗啊，而且你阵容当中还有麦基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芬尼史密斯啊、科勒贝尔鲍威尔啊这一干人等，如果说这个套阵容给哈登，我相信啊，哈登当年率领这一支独行侠的话，战绩维持个西部前三一点不在话下。当年哈登，你别说给这么优质的阵容了，就给哈登一套什么 NBDL 为主打的，首发当中占据三个名额 NBDL 来的，西部前四稳稳当当，这是哈登。所以哈登一是拿得分王呢拿到手软，个人这个超强的实力，稳定的进攻输出；二是什么领军带队，你这个战绩也得好啊。当年哈登战绩多好，你看卢卡东奇呢战绩实在是不行，他出勤率也低，没有哈登高，而且呢他打的很多比赛结合攻守对于比赛胜负的左右能力跟哈登差距大了去了，胜负左右能力差了一档，起码常规赛是这样，季后赛期间实质上现在卢卡东奇代表作也有限，那哈登打了多少年高级别比赛了，你别光记着哈登表现不佳不理想的时候啊，哈登打多少硬仗呢，你包括跟勇士队抢七大战你打的，那卢卡东奇能打出来这种比赛打不出来。所以暂时来看杰森塔图姆能不能效仿斯蒂芬库里呢，这个难度也不小，因为塔图姆毕竟是一个锋线球员呢，锋线球员的话你想像这个时代所强调的小球风格那版像一个核心后场那样起到划时代的效果也困难，所以但是塔图姆呢跟库里有很多相似之处，塔图姆差不多包括自律性啊以及目前拥有的团队班底啊有一些相似之处，塔图姆能拿一堆冠军吧，个人荣誉也有可能双管齐下了，但是卢卡东奇个人荣誉呢得分王也就拿点得分王 MVP 估计费劲。这个 Billy 1946，宇哥如果当年狐狸球手加盟勇士 1.5 加盟骑士，骑勇大战的胜者会不会是谁，会不会是最好看的对决呀，狐狸加盟勇士 1.5 加盟的是骑士呀，狐狸加盟勇士这个可以操作呀，因为毕竟这个勇士对斯蒂芬库里当时还没有领超级顶薪的，是1200万的年薪，这完全可以操作。你当时你比如说先签后换，用巴恩斯换，再付出未来几乎所有选秀权跟火箭队换呗，那火箭队乐不乐意啊，如果哈登指名道姓我必须得走，火箭恐怕呢那也得就范，没有办法，超级明星拥有极高的话语权，这笔交易是可操作的，当时哈登或许能够做到，当时勇士队阵容环境这块能够容纳哈登当时那份合同，那个时期的哈登啊还没有签下超规格的那个合同呢，当时合同还是比较有限的，你不像说后来那工资帽一再飞涨，哈登这个合同看起来越来越可怕了，没到那个阶段，所以能够操作呀。所以说杜兰特去骑士呢，这个就没法操作了，因为当时骑士队那欧文已经领了顶薪了，勒布朗詹姆斯呢他是顶薪，凯文勒夫同样顶薪，三大顶薪，阵容当中还有个八贤王，那你说你咋办呢？用八贤王交易啊？那八贤王交易不行啊，没有这个交易价值啊，
这不像说勇士队巴恩斯，巴恩斯那会儿年轻，而且进攻端这块能力又强。达拉斯独行侠给一纸夺奥合同，花顶薪抢下的，可见呢，当时外界还是有很多人看好这种锋线的骨干力量。那你说这个特里斯坦·汤普森，往外送走，其他人会不会要呢？估计不会要啊。雷霆队愿意要啊。当然，杜兰特如果说执意要走呢，可能说雷霆队也不得不选择先遣后换。那选择前前后换的话，也得索要其他资产。你比如说再给个什么，J.R. 史密斯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年轻小将之类的，归了包堆送到这个雷霆队。这么一整，骑士队啊，骑士队就是内线的骨干呢，就有被掏空的这个迹象。没有特里斯坦汤普森的话，篮下谁当支柱呢？没有支柱了，凯文洛夫当支柱，那整个防线不就是纸糊的了吗？坎杜兰特去了之后，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内线这块啊实力那么彪悍的一个防守型球员呢，也差点，尤其对抗能力各个方面，护框啊种种表现，防守端这块再结合杜兰特向来呢投入的精力注意力又不够，进攻端这块唯我独尊，你要这么打呢，那骑士队防线内线这块就是挺让人担忧的。你要是内线挺让人担忧的话，考虑到篮球运动啊，实质上呢，你要是光拼小阵容的话不行，光拼小阵容风险太高了，那整个球队可能说就累毁了。当时詹姆斯年纪这块也开始陆续上涨了，2017年了，那不是说2013年的他，詹姆斯年龄上涨了，你要说再打纯粹的五小阵容压力太大了。凯瑞文呢本身防守又是个漏勺，你说你这内外一五号位都是漏勺，你咋防守啊？防守就不行了。再结合凯瑞文呢向来谁也不服啊，16到17阶段，你指望凯瑞欧文会服谁？16年人家已经夺冠了，16-17勉勉强强给詹姆斯打个下手，当个小弟，算是暂且能忍。但其实16到17赛季一开始，欧文内心当中已经心生当老大的这种欲望了。那你杜兰特去的话，杜兰特就是队内老三，你杜兰特能不能接受呢？你要说杜兰特敢当老二，欧文当时就敢给你撂挑子不干。那考虑到欧文跟詹姆斯两者之间毕竟之前并肩奋战呢，而且欧文比杜兰特年轻，欧文又是骑士队亲手选中，届时很有可能上演欧杜之间一场关键的转折骂战。欧文冲着杜兰特就讲，你来之前我们就是总冠军了，届时又是把杜兰特呀，损的蔫头耷脑，耳红，这个面红耳赤，最终就是闹得不欢而散，很有可能。所以欧文16到17那会儿太有性格了，杜兰特如果当时加盟的话，这是堡垒从内部瓦解，甚至你别说是打金州勇士了，能不能冲出总部不一定，这就是内部斗的，那就是五内俱焚，最终两败俱伤，就是一无所获了。你要你勇士队拥有哈登的话无解了，外线这块进攻无解了，那如果是凯文洛夫啊，面对斯通库里一个人，他尚且被换防单练情况之下打的自己都有一定的心理阴影了。如果是哈登和库里他俩双管齐下，凯文洛夫很有可能打完一场比赛宣布这组系列赛赛季报销，自己就得住院了，去看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这都不是说通过一时调整能够解决的，当时呢就打出来严重的心理裂痕，必须得是住院治疗，要不然的话都难以恢复。怎么整？那上来就损失一个嘛，欧文杜兰特他俩的内斗，接着詹姆斯就剩一个人了，没法打，打不过勇士。每日一罗，宇哥能否请你对比一下凯爷、亨弗里斯、保罗几位名人的吸金能力，谁最为强悍呢？凯爷、亨弗里斯、保罗几位名人的吸金能力，吸金能力的话还是这个谁呀、凯爷韦斯特吸金能力最强嘛，凯爷韦斯特20来年吸金能力，在这种持续的吸金能力，其他人不具备。凯恩韦斯特他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就纵横在欧美地区啊，流行乐坛，再包括很多体坛大腕跟凯恩韦斯特也是私交甚多，包括跟勒布朗詹姆斯互相之间也有交情，所以凯恩韦斯特吸金时间最长的，这已经挣多少年钱了。亨弗里斯呢，亨弗里斯就是初期那会儿，这个自己年少时期当时挣了几年钱，那会儿还算可以吸金，当时是年轻时期嘛。保罗就是现在年龄大了吸金，年龄大了现在还挺能挣钱，不一样，他风格不一样。
静香静好，这个詹姆斯 1.0 身材很像麦迪，技术动作潇洒飘逸，关键球不输乔丹，为什么后来动作越来越僵硬啊？詹姆斯 1.0 身材很像麦迪呀， 1.0 他也不像麦迪呀。詹姆斯就是19岁进入 NBA 那个阶段，跟麦迪看起来也是两种风格。麦迪19岁的时候，你看麦迪什么身形啊？那确实在场上完全是流线型的。麦迪呢，如果是一个水滴的话，那么詹姆斯进入 NBA 一开始啊，他就是一艘航空战舰，不一样。他俩这个身形结构、身形的给人的直观感受不同。麦迪肩膀其实挺宽阔，但是下身非常窄、非常细溜，看起来往前冲击啊，很有视觉的冲击力。麦迪就跟个水滴差不多。而这个詹姆斯呢，铁甲战舰，他俩不一样风格。当然，年轻时期詹姆斯也没有那么五大三粗，但仍然他这个身体结构、身体比例呢，跟麦迪风格不一样。詹姆斯就是上下稳健、上下一体型的，就运动起来呢，刚猛有余，但是华丽不足。年轻时期詹姆斯也这样，所以说后来啊，为什么就是变这样了？初期其实也一样，初期詹姆斯很多上篮动作也没有那么优美，翻身后仰看起来动作也是非常机械僵硬。现在詹姆斯反而比年轻时期啊动作柔和了一些，现在反而年轻时期更不柔和，他就是扣篮挺舒展。但是很多技术细节呢，没有现在做的这么到位呢。现在你看翻身后仰，那很多时候看起来跟科比不像，跟诺维斯基有时候倒是挺像。诺维斯基翻身后仰之后也是经常把腿岔开，诺维斯基，詹姆斯也挺像。我的脚法现在老詹出手数比浓眉还多，效率远远不及，这是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啊？浓眉，他现在出手数比浓眉多呀。浓眉因为他属于是哪种呢？进攻端呢，他毕竟是一个内线。通常一支球队啊，如果是内外线相结合，你比如说这字母哥很多时候出手数都没有米德尔顿多，为啥呢？那没有办法，那米德尔顿是外线呢。那你这外线球员，他当然进攻端权重占比啊，可能说就相对更高一点。而且外线球员呢，发挥起来他更加游刃有余，想出手就出手，出手这个余地啊，自主的掌控性，他是比较高的。内线球员相对来说出手比较被动，所以浓眉跟詹姆斯这也属于是联赛当中老大难问题了。很多时候经常都这样，外线球员呢，他火力之争。你比如说当年科比和奥尼尔搭档，你说他俩谁出手次数多呢？科比出手次数多。那你说科比，在第一个三连冠期间，他是不是腕比奥尼尔大呢？绝对没有。但问题他是外线的，他随时随地拔起来就能扔啊。所以这点内线就天然吃亏。很多联赛当中都这样，内外线的组合，内线往往竞争不过外线。就湖人队同样如此。那除非说浓眉他能像这个谁呀、啊，这个本西蒙斯，或者说什么像这个，甚至可以像字母哥外线，你就可以持球发动。但是浓眉实质上他打法风格更像是一个腰位背身单打要球风格，他不是一个三分线以外持球面框突破型的，不这样，风格不同，风格不同。你要说非得想让浓眉他出手次数比詹姆斯高啊，这个就不太容易做到，因为内线就这样，一场比赛他能消化的回合次数啊，通常是比较恒定的。就这些回合你再多你消化不了，除非说对方防守阵线上有缺陷。你比如说打这个波尔津吉斯，那是个典型缺陷，他没有防守，要不然的话你内线一接球对方严阵以待，一般来讲上夹击，你不太没有那么多回合能让你主动进攻。所以一场比赛出手次数很难再向上吧去进行探索。尼古拉约奇都是呢，那他出手次数也不会说那么夸张，没有办法。得分不如浓眉啊，得分不如浓眉，但是你这没有办法呀、啊。那詹姆斯是外线球员呢，你科比布莱恩特当年他得分也不如奥尼尔，你这种搭档这就没招。外线球员除非说能力实在太老，要不然的话，双方只要说，有一定的进攻端并驾齐驱的架势，那你这出手次数都是吃亏的。当然接下来有必要就是大量给浓眉喂一喂，但是还是那句话嘛，一场比赛低位拥有的回合呀，数量基本就恒定了。一场比赛能出手个20次已经是极限了，再想多出手困难。你去了一接球对方夹击，你说你怎么大量出手不方便。内线球员毕竟他运球这块不像外线球员的随时能够摆脱，他摆脱不了，一夹击你就得往外传，所以你消化能力就差，一般球队都这样。
嘟嘟嘟嘟啊，之前讲了这个 JNBCYF， 你好宇哥，杜兰特如果一直在雷霆，请预测一下会得几个冠军，历史地位如何呀？一直留在雷霆啊，留在雷霆那就是跟猛男携手搭档，会得几个冠军呢？因为接下来肯定是打不过金州勇士了，因为毕竟这东西就是勇士队呢冉冉上升，他处在一个上升势头，而雷霆队呢，威斯布鲁克呀，他毕竟有点被时代抛弃了。接下来虽然说能打打得好，但是你要说这种类型的核心后场呢，除非说你能抓住良机，你比如说2015年、2016年、2014年，趁着小球时代方兴未艾，你能不能说抓住时间窗口一飞冲天？如果能，那威斯布鲁克自身可能说都能得到进化，甚至小球时代会延后到来。就是说杜兰特当时如果说有那种能力，关键时刻能把握住机会，比如说2012年，当时阵容多饱满呢，而且之前那个热火队总决赛输的又那么惨，勒布朗詹姆斯尚未真正突破心魔，那是个绝佳良机，外界媒体一致判断阵容实力内外均衡，而且呢真说天赋堆积比热火还更加强横的这个雷霆队应该能够取得胜利，甚至外界一致看好的大比分呢，哪怕说是比较这个谨慎类型的这种这个媒体做前瞻，也认为雷霆啊最多也就是4-2拿下热火，甚至很有可能4-1，这是当时啊。但结果杜兰特呢还是没上去，单打独斗痴迷于这一点，结果最终就是个人效率看起来挺好，但殊不知团队竞技这不是单打独斗，这不是说一对一斗牛，就是杜兰特当时就是置团队于不顾，最终就是自己看起来挺露脸，实质上瞎了大眼了，就你没有理解团队竞争的本质，所以当时叫热火队呢完全是拿捏在鼓掌之间，4-1绅士横扫。所以杜兰特当时原本有机会将小球时代扼杀在摇篮当中，自己当时如果说能够做到成功登顶的话，也许下一个时期呢自己就做到一手遮天了，雷霆队也会留下詹姆斯哈登，那就是甚至超过迈克尔乔丹的篮坛地位都指日可待，但他做不到啊。接下来2016年呢，其实他也有机会亲手将这个已经开始有点燎原之势这个小球风潮啊掐不在自己的鼓掌当中，但最后呢还是在第6场、第7场啊关键回合频繁打铁，最终就是让整支球队啊一年的努力再度无功而返。所以这几次机会他都没把握住啊，没把握住呢，那接下来形势就不归你掌控了。猛男呢也差不多要来到了在小球时代的这种映衬之下暴露自己严重问题的那个历史阶段了，那你接下来还咋打呢？伊巴卡之前经历了带伤作战，对不对？为了你带伤出头，当年伊巴卡呀你也没把握住机会啊，后来呢伊巴卡拖着半条伤腿影响力不复过往了。所以你说雷霆队接下来能不能夺得冠军呢？起码这个勇士队啊在2019年之前是没有杜兰特的活路的。至于说19到20呢，也许勇士队在没有引进杜兰特的情况之下留着巴恩斯，或许金州勇士啊，那巴恩斯扛着更多的重压呗，或者说那个阶段在眼看着步行者保罗乔治要申请交易，用巴恩斯为筹码，再加未来的2道选秀权换来保罗乔治，那一下保罗乔治如果说空降金州勇士，勇士队这个王朝很有可能就要维系到2021、2022，届时在总决赛呢就是勇士大战字母。这么整呢，杜兰特蹭到今年还是一无所获，等到35岁还是这个熬白了头，但是也没有染指过冠军。所以我感觉杜兰特呀如果留在雷霆，你就整个这个趋势你做综合判断的话，结合历史当中其他球队当时那个阶段他们的竞技状态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还是一无所获，有可能还是一无所获。奥德修斯与个麦迪35秒13分和莱万9分钟进5球哪更难呢？35秒13分更难呗，这个太极限了。你要是连续打进，你要考虑啊，这篮球比赛呢，短短时间35秒。你要弹无虚发，4次都是3分远射，而且这里边还有3+1，这你这难度太高了。这要不怎么说，震古烁今呢？前无古人，后估计50年之内没有来者，这难度太高。你来万9分钟进5球啊，
那这个明显就没有那么难的，为啥呢？那九分钟进五球，比赛级别要是低呢，对不对呀、啊？比赛级别，对手实力要是弱呢，你不要忘了当年那麦迪打的谁呀、啊？打的是卫冕冠军圣安东尼奥马刺，那是2004年交手，2003年马刺是冠军，打的是联赛防守最横的一支球队，有布鲁斯鲍文，就是麦迪最后35秒集中输出。也就是说，麦迪当时面对的对手是谁呢？世界第一强队，马刺队，世界第一强队。麦迪打出来的35秒13分，而这莱万呢，9分钟进五球，打的对手是谁呀、啊？对手是当时足坛的世界第一吗？不见得吧。我虽然说对此呢了解不多，但我大体判断不太可能啊。当时足坛防守第一球队叫他9分钟灌了五球啊，不太可能，是不是不太可能？那就完了嘛，是不是？当时打的对手谁？应该没有，马刺这么强吧？莱万弱队杀手啊！莱万波兰的嘛，我知道波兰，之前看波兰踢比赛了，莱万也没展现多过硬能力啊。当然，波兰整体实力有限，莱万呢？狼堡啊，那狼堡是哪？狼堡，德国的呗，是不是？德国德甲联赛当中这个狼堡队，狼堡，我脑海当中没有这么个球队呀、啊。狼堡也不是主流强队呀、啊，那一般呗，打个狼堡啊。你要说踢个巴萨，赢了你9分钟灌5个，你不配吗？狼堡，绝密伏击宇哥有没有觉得杜兰特今年打的像去年的詹姆斯？空手数据啊，今年杜兰特打像去年詹姆斯，比去年詹姆斯强，这实事求是讲。因为杜兰特现在单挑啊，就面对对方挺强势的这种防守阵线，杜兰特是能够这个瓦解对方这个防守兵力的，能够破对方的防的，起码常规赛阶段。去年詹姆斯实质上呢，就拉开阵势打，破对方防挺困难。詹姆斯打的很多回合也都属于便宜回合。今年杜兰特理性的讲啊，杜兰特打的很多这个单打回合，他在拿的2分2分，就中距离立棍单打，很多东西他还挺有含金量的。他现在基本上就起码常规赛角度还能做到，当年在勇士时期能做到那些，现在还能做到。起码常规赛，季后赛不一定了，那常规赛起码还能做到。但詹姆斯呢，是当年他在巅峰时期常规赛能做的，上赛季根本做不了了，几乎一点活没了，就是攻守转换能推几个，你要拼阵地啊，对方严阵以待，你能不能瓦解？瓦解不了。那杜兰特你面对这个凯尔特人，你看没看到中距离立棍啊，还挺有杀伤性的，打塔图姆打杰伦布朗有两下了。所以杜兰特目前竞技实力比去年相应的詹姆斯还要高点，而且去年詹姆斯战绩也不行啊。你看杜兰特现在战绩排到东部前八，战绩还算比较体面吧，起码是季后赛行列之内，比詹姆斯打得强点。詹姆斯实在是老了，去年实在是老了，这是实事求是。我谈詹姆斯向来实事求是，就是说哪年打得差，这东西你得认。但是呢，你不能因为他年龄大了之后差啊，年纪轻，你当年的年轻时期取得的荣誉你都给不算呢，那哪有那么不算的。那杜兰特问题是年轻时期也没有荣誉，就这点是硬伤。要不怎么说对于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杜兰特你还得高标准要求呢？你如果说30、45了你不行，你27、28时候你也不行，那你什么时候行呢？那不就是与你这种联盟当中超级巨星的身份呢不相符了吗？外界把你捧到联盟前30啊，联盟当中通常现在中外媒体把杜兰特定位前30级别超级巨星，那你够不够前30呢？所以你得证明自己嘛。这是杜兰特，现在他就没有证明自己。杜兰特他就年龄大了，你也得要求严点。考研不上啊！这个现在联盟库里、布克、塔图姆、字母、约基奇 ，NBA 历史选五人，谁能赢他们？历史选五人呢？一号位的话就是不太好选择了，因为库里这个名额已经占上了。库里几乎就属于是整个 NBA 历史这么些年一号位呢，
他属于是断档式的遥遥领先，因为排到第二的是魔术烟讯，因为魔术烟讯他个儿太大了，你在小球时代的话跟库里影响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所以这个一号位啊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你要说再往下排呢，可能说就得排到谁呀、啊？史蒂夫纳什啊，但纳什跟库里咋比呀、啊？没配呀、啊，两届 MVP 不假，有冠军吗？没有。再往下，你比如阿伦艾弗森，小球时代跟库里也没法比，事实就是这样。阿伦艾弗森进攻比较低效，比不了。所以一号位站个库里，这一下相当于是站稳了脚跟了。二号位布克呀，那这个差别就有点大了。布克指挥大动作，那防守不行啊。所以布克的话，你对方如果二号位用科比布兰特相对，那就是完爆布克了，攻防两端完爆布克，这没有问题。塔图姆啊，塔图姆三号位，这个也有其他选项啊。你比如说巅峰勒布朗詹姆斯，塔图姆对付不了。巅峰詹姆斯命中率远射41%，你咋对付啊？场均命中俩，没法打。所以塔图姆以他目前的实力打不了巅峰詹姆斯。字母哥这个，字母哥历史第一大前呢，那你这个不太好整，因为说实话邓肯挺强，邓肯强那不适合小球时代呀。字母哥差不多是第一大前锋了，约基奇是比较拉，约基奇没有用，打硬仗约基奇一点用没有，没有防守。所以这套阵容啊，那对方完全可以用谁呢？科比再加一号位要谁呀、啊？要个基德也行，因为基德生涯晚年，当然你生涯晚年跟生涯初期你不能融合，要不要基德？要这个科比搭配谁打一号位啊？科比搭配手套佩顿也行，巅峰级手套佩顿可以这么打。手套佩顿据说有点难，手套佩顿然后去限制库里，科比对布克，然后詹姆斯对塔图姆。四号位啊，四号位那实在不行就是让谁上，那你不行就那个加内特上吧。五号位用这个奥拉朱旺，这么整行。月落满城，请问宇哥今晚世界杯怎么看？日韩还能继续亚洲之光吗？日韩呢有可能，因为日韩现在已经打出气势了。韩国队你看没看到啊？之前那会儿真是绝境当中，抓住了一丝救命稻草，结果呢顺着稻草往上爬呀，这还是真是天命使然。稻草呢可能说疾风知劲草，这也说是野草啊，内部整个这个纤维结构非常强韧，韩国队就这么顺杆爬上去了。原本以为已经没有希望了，结果最后阶段居然说能够逆袭，干掉的谁呀？韩国队最后阶段干掉谁？干掉的葡萄牙，这简直匪夷所思。葡萄牙多强一支球队，全世界足坛能够排到前十附近，击败葡萄牙。而这日本队更横了，打西班牙，居然说西班牙这么一支传统豪门劲旅，阵容当中无数当打之年的欧洲为五大联赛效力的一些中流砥柱，结果不敌日本。日本队踢西班牙几乎就是踢个老实的，西班牙全场控球率仍然高，但是日本队稳呢，这块我只要有机会我把握性比你强啊。西班牙还是经典的西班牙式输球，没打过日本。这两场比赛确实匪夷所思啊，很意外，当然也是实力使然。这两支亚洲球队呢，相当于是亚洲不服输，而且面对强队啊，我本身不底儿虚。我感觉呢，不是说以弱克强，而是说双方之间站在同一个牌面上，同样的立场上，肩膀头齐的一种对等对抗，就是内心当中根本就不看低自己，也不高看对方。战略上藐视对方，战术中重视对方，最终就是成为了亚洲之光了。日韩确实在足球领域堪称亚洲之光，人家踢的比这个咱们利索多了。要不怎么说一直以来，我感觉啊，你包括咱们2002年就那一批这个国家队，说实话啊，当时国内那个足球氛围非常浓烈，那可以说是人人踢足球。90年代末、2000年初期，那国内足球多火爆。但结果呢，踢完世界杯之后一个球不也是没进吗？你要说踢了世界杯了挺露脸，你跟自己比挺露脸，你比如说跟我们自己一直以来的足球实力比挺露脸，但是呢你放在这个亚洲来讲，当时我们群众基础非常扎实，有太多人踢足球了，按理说苗子你根本不缺。当时那会儿结果呢，你看一看呢，你说足球难呢，难日韩也会玩，那人家怎么玩的好呢？这怎么我们智商低是咋的？也不是啊，那人家玩的一样溜啊，你常年打进世界杯，所以你要是同等的在亚洲范围之内比呢，即便是02年那届国足啊，相应的啊
跟这个中国男篮比较的话，男篮在亚洲范围之内立的还是比较稳。你也不能说足球就是，这玩意儿就难，我们就不会，人家咋会呢？那日韩不踢的挺好吗？那当时踢进世界杯属于是超越自我了，但横向对比，成绩还是比较一般。横向对比其实，横向对比还是一般，就比自己就历史上肯定是最强的，最强一代。但跟你这同样的亚洲其他球队相比呢，不行，差距挺大的。你看人家现在是接连赢球，人家现在已经到什么档次了？跟欧洲顶级劲旅相抗衡，人家都不落下风，就场面上确实不落下风。控球率也许低一点，但问题是踢的仍然是有来有回。我就感觉啊，现在这个日本、韩国，他俩即便说踢巴西，我认为就场上这帮人心里都不虚，就现在已经完全改了。当年你要说，2002年呢，或者说2006年那几届世界杯啊，这日韩还没有那么强大底气呢。你真说这不借助裁判的一些有力吹罚的话，你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骄傲，就是我能够跟这个欧美强队一线强队交手，没有那种骄傲。但现在呢，这越来越有骄傲了。现在就跟什么巴西之类的，我感觉起码他们内心当中不至于怕的要死，就跟对方踢呀、啊，就感觉我多少我有赢的希望，不是没有啊，不是说我这场比赛我踢正一脚我乐够呛，我打进一球我如何如何，争取也是赢。你踢德国不也赢吗？那德国你之前还是卫冕冠军，那不也一样赢吗？踢西班牙，你西班牙多厉害，那不也是一样赢吗？所以人家现在就踢巴西都不感觉底儿太虚了，这是实力。这日韩现在确实有实力。国足已经供出来三个了，这李铁属实是太有钱了。1亿是不是？银行固定存款1亿，固定存款1亿，一般来讲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啊，就是大胆猜测，我没有证据啊，因为现在这东西已经是公开消息了，我们也不是不能讨论呢。李铁这个事儿啊，一家银行有1亿，他是据说存的哪儿啊？存的是盛京银行吧？好像是，他是存沈阳银行，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具体存哪儿，反正一般来讲，存银行如果存1亿的话，那么他这个总体资产规模啊，估计起码是7-8亿。为啥呢？因为通常这个顶级巨富啊，他们这个资产分配比例呢，往一家国内银行存款，大额存单存1亿顶了天了，很多一部分资产可能说就往外转移了。瑞士银行啊，美国呀、啊，花旗银行啊，反正到海外，瑞士这种就是说他们本身这个中立国嘛，里边银行都独立的，你本人不去，他不给你这个解锁账户，就得自己去能把钱取出来。美国这种。双方之间没有引渡条例的，往那送钱早转移了，是不是很有可能？国内你要说一个银行他就敢存1亿，那外边那有的是钱，很有可能。这钱太多了。据说李铁这个开车还挺低调呢，开的是什么车呢？从2002年开始开了8年，开是一个 A6， 2002年一直开到2010年，开了8年开的是 A6， 然后这个2016年到现在开是啥呢？你都想象不到。开的是奔驰 C 级 ，C 还是180，他开个 C180， 李铁呀、啊，这得多低调，没露富，开的是 C180， 居然说奔驰 C 级不到30万 ，C180， 你要他这个存银行就能存1亿，没有那么那什么，就是那个，炫耀自己，那看来那这是真是活得非常谨慎，这人啊。开个C180李铁那么有钱，他这个国家队给他一年开的工资都开那么高，开车开这么谨慎，之前的老 A6 开了8年，以他当年的收入那完全可以换，他当年他也有的是钱呢，他在欧洲都踢过球呢，挣的都是英镑当时，所以当时他那事实上10年左右 A6 也不是多贵的车，尤其对他来讲不是多贵的车。布鲁克林投敌度，宇哥，如果阿杜当时加盟的是火箭，实现联盟三足鼎立，风评和荣誉会不会能好点啊？加盟火箭呢？加盟火箭，因为考虑到当时詹姆斯哈登啊，正是自我证明欲望极其旺盛那个阶段，16到17嘛，当时已经跟斯通库里啊开始竞争 MVP 了。那会儿甭管谁来，你就天王老子来，勒布朗詹姆斯来，如果你真是窃居于我之上的话。詹姆斯哈登都得申请交易，就人呢在不同年龄阶段他有不同的诉求，
早期的哈登那必须得是，我要说扬名立万，我要在联赛当中跺一脚乱颤怎么办呢？我首先得拥有地位嘛，你没有地位的话，你赢了不算你的，你没有这种绝对的自由度和话语权，那肯定不行。所以杜兰特如果是加盟休斯顿火箭呢，老实当个二当家，你敢炸事儿？那早些年霍华德名气其实在一二年左右远远比哈登更高，哈登当时就是小一辈，年轻一代，刚刚崛起，刚领第二份合同，刚度过新秀合同期，霍华德已经是一个老巨星了，那阶段接近三十了，当时霍华德没有接近三十，起码是27吧，正当年。你看这个哈登给霍华德好脸吗？也不，你要说敢抢队内老大，那你就是离开我，就是不跟你一块合作。所以杜兰特加盟火箭呢，他就得甘心当一个二号人物。如果说他敢于就是对于这个老大的宝座有任何觊觎之心的话，那这得被撵走，很有可能被撵走。而且休斯顿火箭呢，也不会为了杜兰特就得罪哈登，因为哈登，一看呢，这个人说实话，对于一支球队啊，加上一种长期效力的心，还是比较踏实的，起码比杜兰特踏实。不是那种真正的朝三暮四之人，哈登不是。再结果哈登年龄也比杜兰特有优势，比杜兰特年轻啊。况且呢，哈登当年是休斯顿火箭付出了重要筹码，付出一堆选秀权签来的嘛，签来的哈登嘛。当时哎呀不对，当时是直接是抢来的，没付出选秀权吧？没付出选秀权抢来的，那也是火箭队相当于是自家培养的嘛。杜兰特外来户，不可能倾向于杜兰特。这么整啊，拿冠军的话，那杜兰特也是二当家冠军嘛，就是辅佐着大哥从库里变成了哈登了。这么整也露脸不到哪儿去，这么整。这个6769湖人现在打得越来越好，为什么会突然爆发？分析一下湖人这赛季能拼到什么程度啊？湖人打得越来越好，为什么会突然爆发呀？突然爆发主要是因为面对这俩对手呢，接连也都有一定的问题，再结合之前5场比赛拿下4场，打的都是鱼腩，多少打出来一定自信了。那一支球队就这样，他尤其是阵容当中有多个巨头组建的这么一个豪华班底，他不可能常规赛在大量保持健康情况之下也是见谁呀都输，你大比分竟是这个落败，那不现实。所以打着打着呢，总会找到一些感觉。再结合浓眉啊，现在数据能力确实拔上来了，勒布朗詹姆斯呢还多少残存一些控场能力，当然最主要是浓眉的发挥，低位这块确实能说上话了，打得越来越勇，不光飘着头了。你看浓眉这一场拿下55分，大量都是篮下开火，不是说大量的外围浪射，三分线呢外围的准星多少找回来点，形成立体攻势了，所以湖人就是打好了嘛。上碗大锅饭，宇哥感觉现在外界对兰特有一股更加迷之自信呢。上赛季输这么惨，本赛季战绩也一般，外界对杜兰特有一种迷之自信呢。因为杜兰特是 MVP 级别选手嘛，而且再有一点呢，年轻时期从未证明过自己，现在老了呢，外界可能对于他呀，就是还抱有残存的一丝幻想。你毕竟媒体他也不可能总是自己攻击自己，不能总自己打脸呢。外界为什么有这种迷之自信呢？因为无数媒体无数写手就等着杜兰特发挥呢。你包括欧美也是动辄就强调杜兰特他是历史啊前30级别的超级巨星，动辄就谈他跟斯蒂芬库里一时一亮，在勇士时期他是老大，吹了半天。那他整个职业生涯如果说从未证明自己的话，相当于那个理论体系不攻自破了嘛。所以为了维持住什么一个媒体人的体面，媒体人呢展现出自己对于篮球的深入理解，不能因为杜兰特这么一个事儿让自己折了面子。所以就是很多人啊就希望杜兰特能打好，你即便说他现在年龄已经大了，但你如果说现在这一年阵容看起来篮网队啊组建的天赋各方面都挺到位，你如果又不能证明自己，这职业生涯你不就一无所获了吗？只当年投敌的方式加盟金州勇士，摇尾乞降，最终落得2个4当家冠军，这是 NBA 官方指定的排到老四的位置， NBA 官方都下场进行了一定的以正视听，那杜兰特内心作何感想呢？再结合很多媒体啊之前也憋着一股火，那 NBA 官方整活你这东西又不好正面对抗，毕竟吃的也是 NBA 这碗饭嘛，
那现在就是指望什么？指望杜兰特能够让很多媒体人呢，他们以往的判断，起码呢收获一定体面。你今天甭管咋地，你给我夺冠，这就是说什么？外界媒体对杜兰特有这种期许，但是你要记住啊，往往越是有这种期许呢，一旦杜兰特做不到，那媒体就会集体反水，太让人失望了。那就是媒体呢转换另一副面孔，就是好像是幡然醒悟一般，就说杜兰特果然还是不行，早些年间内心当中就有疑惑，你果然还是不行，那就是到时候还得反水。这杜兰特很有可能就这种最终结果。徐大雷，宇哥，我支持黄健翔老师 VAR 毁足球，却被某专业论坛水友坑都不懂球，你怎么看呢？VAR 对比赛观赏性影响， VAR 毁足球啊？我看你 VAR 是不是回放装置啊，就那东西是不是 VAR 啊？ VAR 毁足球，我看一下啊。视频助理裁判呢，之前我不讲了吗？就是足球运动你不可能说就要求什么绝对公平，这是小孩说法，你越是不懂体育，你越是不懂竞技，你才会能讲出这种话。你比如说 NBA 联赛啊，一整这个肘部啊吹罚了，你看他吹罚的时间点，吹罚到底是不是这个有必要性，你就最后阶段读秒阶段不明显的肘部你也吹，那说明其实裁判是在有意干扰比赛，就这样，没有绝对公平。那你要说啊，肘部必须得吹，肘部凭什么不吹？你要是强调这个理论的话，一场战争下篮球比赛下来，我告诉你啊，得吹100次肘部，有太多脚步都交代不干净了。那一接球之后，迈先迈哪个，后迈哪个，包括你脚后跟动没动啊，轴心脚，你得吹个100次来次，你这比赛不七零八落了吗？那就不成完整的比赛了。足球同样如此，足球你这个科技力量介入啊，也不能过分。你比如篮球就是，它不会让你无限回放的。啊，就是说我为了追求无限公平，每一个回合，那很多球迷讲，其实比赛开场第一个回合跟最后绝杀球两个回合价值一样。第一个回合如果我打进了，裁判没有误判，都没有最后的绝杀了。你要按这个道理的话，那裁判是不是说得是每一个回合稍有争议，甚至没有争议，我都得回看一遍呢，保证绝对的公正性啊？那这就不是竞技体育了，而且这个比赛毫无观赏性，这比赛已经被割裂了，所以这比赛得尽可能啥呢？减少回放时刻。那篮球比赛现在做的其实就是挺克制的，一场比赛每一方只有一次挑战机会，不可能说大量的放任你无限挑战，无限挑战的比赛就又臭又长了，一场篮球比赛恨不得打4-5个小时，那还有意思吗？而且篮球比赛当中最后阶段呢，那就是让运动员在场上决定胜负，裁判能判的判，不能判的看不太清楚的没有找回放的，差不多就是凭借当时的感觉就吹嘛。竞技体育当中也难免有遗憾，你要是要求一点遗憾都没有，必须绝对公正，那竞技体育的观赏就被摧毁了。足球同样如此，为什么我强调就这个越位这个球啊，因为它是影响比赛观赏性的。那很多球迷讲啊，0-0踢的一样精彩，我一样爱看，你这是扯淡。那真说非法，真说非法国际足联跟你一个看法的话，足球那就成为这个被其他运动纷纷竞相超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以往的体育王者了。那足球那就观赏性就毁了。如果说0-0的比赛，非法官方也大量推广，这比赛没有观赏性。为啥没有观赏性？那比赛归根结底你得进球，为什么呢？足球它是分度类运动项目，你连个球都不进，你说双方之间对抗挺激烈，对抗可以激烈，但你也得进球啊。你中踢出来0-0这有啥意思呢？这比分高点比较好看，所以这越位啊就不能说挑那么严格，当场必须得肉眼判，不允许借助回放设备，现场转播层也不给你回放。这么整那就是裁判临时执法嘛，那你就可以啊，这么整挺好。当然裁判话语权那就重了，那没有办法，这东西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NBA 能不能做到全面的用电子裁判接管比赛？也能，那无外乎就是人工智能而已嘛。这比赛裁判手镯卡的死死的，这一个回合犯规，我实在不行，我用中央的裁判室去取代现场临时执法的裁判，也可以做到。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不能这么做，这比赛当中必然得是有裁判介入的，那你就只能说相信什么？相信竞技体育当中裁判，他们身披这个裁判的执法服，
他们是有自我要求的，尤其顶级大赛，你包括你的规章制度的建立，你包括对于裁判的相关的管束，现场他怎么吹都行，赛后裁判组织可以对这个裁判进行后续处置。如果说你明目张胆的胡乱吹，那不行，那之后给你处置，严刑酷法呗。你最后阶段呢，你不能胡乱吹嘛，这么弄就行。但是你要是光那什么呀，就是视频回放这么整来整去没啥意思，就整的有点这个科技足球了。白马王子的叔父宇哥，若生涯暮年乔丹替换塔兔率领今年凯尔特人阵容能否夺冠，球队最终会出现何种结局，小弟具体不太清楚，请宇哥帮忙解答呀。生涯暮年乔丹替换塔兔啊，今年凯尔特人阵容能否夺冠，生涯暮年乔丹呢，那做不到，你乔丹没有这个三分球，他拿啥做呀？生涯暮年的三分球投的非常拉，奇才时期，或者说你讲公牛时期，最后阶段就中距离，你光靠这一手的话，你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篮球比赛规则呀太复杂了，迈克尔乔丹实质上呢没有真正经历过大量运用联防的时代。你比如说他在哪个阶段打过呀？在这个飞班打过，在飞班，就是说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之后，大量受到 NBA 这样一种比赛模式的影响之后，在飞班打过。但在飞班实质上，迈克尔乔丹他的发挥没有巴克利好呢。巴克利是队内得分王，当年迈克尔乔丹打飞班比赛也不是那么这个绝对的鹤立鸡群，也没有。所以要是遇到现在这个防守多变性，大量夹击协防，这人家绕前没事俩人盯你，乔丹很有可能打的不适应。这就是各自都有了解，最了解的是各自时代的比赛规则。你放到现在的话，乔丹怎么不得适应一段啊？而且他没有三分球啊，所以适应起来肯定困难度也不低。这个 WTHTTH， 鲸鱼能否帮我分析一下我朋友的名字韩佩宁啊，以及预测一下他考研能否上岸，谢谢。韩佩宁啊，佩宁可以啊。这个宁代表什么呢？代表了聚精会神，代表了全神贯注，代表了全力以赴。而佩呢，宁啊，除了全力以赴还代表一种什么？代表了一种厚积而薄发。那么你得厚积啊，厚积呢，佩代表着就是凝结成一个水滴啊，凝结成自己的智慧啊，那你得是来源非常丰富啊，得源源不断呢。所以佩宁呢，两者相结合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人啊，就是总是能够积攒出足够的力量去解决问题。那你要说考研能不能上岸，稳的，考研稳能上岸，祝福这个韩佩宁啊。JJJ 六七六六九，这个如果联盟中最强中锋加盟篮网，篮网是否能有很大起色？那当然了。你最强中锋，那目前你要这个恩比德呀，那篮网队那不无解了吗？仅就进攻的话，摧枯拉朽，不需要防守了。而且恩比德不是一点防守没有，你这么整，那当然无解了，那不宇宙战舰了吗？现在篮网队天赋已经这个在联赛当中数一数二了，天赋仅就天赋而言。哒哒滴哒哒，徐子给直播间的老弟们普及一下足球场上越位规则，讲解一下规则，很多球迷不懂啊。越位规则呀，这不就是这个？你作为队友传你球的那一瞬间，你的身位呢不能介于对方后卫线最后一个后防球员和对方的守门员之间，就这么简单吗？或者说你换一种这个解释方式，就是你前方啊起码还得有两个对方球员，这样才行，就这么简单，就这解释。越位这有啥听不懂的呢？你比赛你一看就了解，队友一传你，当时你肩膀顶过了对方最后一个后防球员，你就越位，你这么一接球你就违规，这就越位，多简单。奥德修斯这个啊，之前讲了第九赛道，宇哥请给你的口头禅排名，没根儿了，没有办法，再找那会儿长期大量他也明白，就这样了。口头禅，我没有口头禅，这些都属于是因为词汇就这样，它必须得是大量重复运用，要不然的话你组织语言你很快不就用尽了吗？考虑到呢很多常用字，很多这个
大量出现的一些衔接性词汇，这属于是中华语言包括世界语言它的通用的一种组织词汇的结构，这很正常，所以不叫口头禅，属于是普遍现象，正常存在。 UNRAVEL1412 现在老詹这效率出勤率关键时刻打铁和无效传球是否沦为烂合同，跟浓眉比谁拉胯呀？浓眉肯定没有詹姆斯拉胯呗，詹姆斯你要说烂合同也有点过分。他这个烂合同一般来讲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领取的薪水啊远远超过他能呈现的比赛价值。但勒布朗詹姆斯现在你就一打眼一看这个数据，在联赛当中就是这样，很多空砍君主你只要有数据你都谈不到是烂合同。你比如说一个人啊，那凯文勒福当年领军森朗，常年他能打出来25+10，但球队屡战屡败，那你说勒福是不是烂合同呢？实质上也不是，他这份顶薪的话森朗不给很多球队愿意给，所以联赛当中对于烂合同这个定义实质上也是符合标准的话，那你得是非常烂，你数据这块甚至都达不到一个顶薪球员应有的这种发挥，那你才叫烂合同。所以詹姆斯目前你很难讲这叫是绝对什么烂合同，他顶多呢目前詹姆斯实质上啊他的真实价值在3000万到3500万上下，这个阶段浮动，他领的薪水呢比这个高，但不是说那种超级一家，没有那种超级一家。但是影响比赛的左右方式呢变弱了，但你要说打个辅助呢，浓眉当老大，他化身成二当家呢也能贡献自己力量。詹姆斯基础数据还有，这谈不到绝对烂合同。你说詹姆斯烂的有当年勒福烂吗？不见得，当年勒福其实也一无是处，也影响不了比赛，没有当年勒福烂。有当年欧文烂吗？也不见得呀，当年欧文也赢不了比赛，一开始在骑士时期。沙包的丢丢，宇哥你觉得越位算是足球最成功的规则吗？今天在某论坛看到了一些球盲居然说越位应该取消，越位进球更多才精彩，你怎么看呢？越位你要是取消那不可能，取消的话这个足球的运行逻辑规则那就是彻底天翻地覆式的改变，那完全成门前抢点了，头球抢攻这玩意儿最容易破门，其他的地面球啊，因为门前全是人，因为你要了解运动员呢他是能够现反应的，一个人搁那一站差不多呢，他面前能够阻挡的有效的球路范围啊基本上是在2米见方，那一个人就占2米见方，门前堵的全是人，你怎么踢门呢？根本射不进去，对方后卫站5-6个你就没有这种空档了，不可能能踢进了，随便一脚随便拦一下你都找不着角度，所以你到时候不成头球了吗？越位肯定不能取消，但是越位你像现在完全就是厘米级别毫米级别的越位，这就有点过分了，所以你应该怎么判断呢？现场裁判靠边裁，完全凭借肉眼这么判断。至于说会不会说有一些遗憾呢，改规则呗，规则怎么定义呢？今后规则就可以这么定义，越位啊，裁判凭当时的第一直觉，就这个人是否处在越位身位，特别明显裁判，不明显不判，就这样。那今后后防线呢可能说就没有越位战术了，就互相之间各自打的就是更加活泛，不像现在一拉一条线，一拉就是后防线一条线防你越位嘛，那也能打，其实这么整靠肉眼判断，就不是说卡着那么死了，面前必须得有两个防守人，不这么卡的，就明显越位身位这块有明显优势，裁判根据哎呀你这个有点模糊啊，模糊的话这个执法权力给裁判有点留了，有点过分了，那万一裁判当时就说我感觉不对，我感觉这个人进攻有没有威胁，他即便说抢了2米过去，我感觉他不叫越位，人裁判收了黑钱了，那这个也不太好整，你像这种那就得怎么整呢？反正理论原那就这么讲呗，原则上不允许超过对方后卫线上最后一个防守员，原则上不允许，对不对？原则上不允许，但是超那么一点如果裁判当时没看出来也可以，也反正就这么整吧，不太好定义，这得是法律专业的相关专家能够给确实得落实到条文上，那我没有这能力。算不算最成功的规则呀？这属于底层逻辑，跟篮球比赛什么相似呢？进攻三秒一样，足球越位跟篮球比赛进攻三秒一样，如果篮球没有进攻三秒那不都掉中锋吗？跟打游戏似的，那这没有进攻三秒没法玩了，我挑一个2米2的就篮下就跟他等着，你一传球我就空接，这没法玩了，
所以就相当于没有进攻三秒一样。京都卢卡 SD 电影中，宫城年幼时看到豪强三王登杂志，十分崇拜，说长大想加入他们，却得到他哥哥比起加入更想亲手击败他们的回应，如何评价呀？这是竞技运动它的本源嘛？发人深省，让人呢醍醐灌顶，就是你了解，甚至给一个人呢他未来的人生轨迹啊，给予一定的强烈启发。就说什么呢？人生与其说走捷径，与其说呢看到哪块好哪块灿烂我就加入对方，倒不如说呢你通过双手啊去亲手创造。所以这个人生活的可能说才更有意义啊。你最终一旦能够做到呢，内心当中的享受啊，这种人生的喜悦啊，你才能够体会的更加淋漓尽致。而竞技体育呢，它其实就是为什么竞技体育通常它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呢？它不光是体育，甚至是一种教育。因为从小培养一个小孩啊，逆手逆境情况之下你如何自处，这竞技体育在教育方面它能够起到的作用和贡献，树立一个人完整的道德人格，今后你的人生大方向，你的价值观。初期当你在孩提时代参与竞技运动，就能给你打下一个坚实的地基，未来你才能够走正道嘛。要不然的话一开始你根基就歪，今后不是越长越歪吗？所以你今后发展可能就差嘛。灌篮高手里边强调的那肯定都是比较正确的篮球观念的，所以这宫城良田呢后来不也是吗？加盟湘北，我击败强大对手，这样一来呢我靠双手创造，这一切收获才有意义，而不是捡现成的。这一点就还可以引申到哪儿呢？你比如说很多人讲啊国外好，我感觉美国好，我感觉澳大利亚好，我移民过去吧，你这不就捡现成的吗？捡现成的呢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留在本国呀，亲手创造这一批，那不更值得赞许吗？那你要说你说人格的高尚程度，人家愿意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明显这个更具这种这个高尚的人文情怀，更具这种民族的气节嘛，是不是这样？这不就简单道理吗？那你说啊，这东西都糟粕不一定，人往往啊他有时候就是有信仰。什么信仰呢？信仰这个文明这个重新崛起嘛，信仰这些东西，尊重历史，从历史当中汲取力量，愿意脚踏实地，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嘛。所以你这种生活方式呢，从这个体育当中啊你也能够汲取一些力量。那宫城良田讲的对，我加盟对方，加盟对方捡现成的，那你这人生可能说最终这个到了七老八十了，回顾这自己一生过往呢，那不也差点意思吗？所以这个有道理，宫城良田这讲的有道理。这个爱吃鲸鱼果酱，这个徐乐抛开解说身份，选出一支你最喜欢球队，具体说说他吸引你地方啊。抛开解说身份呢，最喜欢球队啊，最喜欢球队，最喜欢球队，具体说说吸引我地方啊。辽宁队吧，因为辽宁队他毕竟是家乡球队嘛，家乡球队你天然的支持这个也不犯毛病。我即便是解说，那我支持辽宁队这也问题不大呀。那我在当地混呢，我在沈阳我又不支持辽宁队的话，今后我咋混呢？没法混了。所以这个辽宁队吧，这是天然嘛，这属于区域性直接的关联，毕竟是那个家乡球队嘛，所以就喜欢辽宁，辽宁这种可以。冈仁波齐海，宇哥，如果你代表辽宁队和东京队打一场篮球，你能进几个球？会用背身单打还是中距离投篮啊？代表辽宁队和东京队打一场啊？东京这个辽宁队当然也可以，东京但你这个规模，东京这城市规模太大，因为你看这个日本韩国都有这个特点，京都啊东京都这个文化圈它包含的人口，那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大，他这种有点玩赖了，就跟韩国首尔队，但首尔队可以，因为韩国总共人口也没多少。跟东京队打呀也可以打呀，因为东京队目前也没有这个在海外留洋的，海外留洋的都不在东京队效力。我去能不能用背身单打还是中距离投篮啊？背身单打估计不行，因为个头不足啊，我肯定是外围投篮接郭艾伦妙传投一个，这或许行。
带着我打估计也能赢东京。你要没有发春磊渡边雄太，东京队打不了你，带着我一样能赢。大华 YHH 这个吴友叫王思文，其酷爱历史文化，喜欢 NBA 西部球队和足球。12月22号考研，请予个祝福啊。王思文啊，酷爱历史文化呀、啊。思文嘛，这东西就从小教出来的，教出来的这种这个，一开始本身与生俱来的一些天性，再结合呢，周围环境的影响，酷爱历史文化，历史文化这东西本身就是，里边藏龙卧虎，这里边呢有丰富多彩的历史世界，这些东西能够铸就你的价值观、世界观，都挺好。喜欢 NBA 西部球队和足球啊，这个12月24号考研。喜欢西部球队，西部球队打的就比较艺术化嘛。您他喜欢历史文化，那就是，金戈铁马之类呢，可能就相比于那种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呀，种种这个，诗词歌赋啊，他倾向于后者，所以他喜欢西部球队和足球。足球，桑巴足球挺艺术嘛，阿根廷足球挺悲情嘛，这东西也都挺符合他的这个个人气质特点，挺好。12月24号考研呢，祝福他考研顺利啊！考个文科考研的话不在话下，祝福你顺利，王思文。大帅两位粉，宇哥，如果凯爷成功竞选，会不会收拾保罗？怎么收拾？金卡会不会立马回心转意啊？凯爷成功竞选呢？竞选你有点权利呗，你有点权利，你还有可能失败呢，因为凯爷他毕竟之前呢发言这块儿太过于这个大胆了。您像这个那谁，川普他都发言都没有这么大胆，那凯爷这么大胆不可能竞选成功。那欧美那个地区基本上凯爷呀得罪了太多人了，目前能支持凯爷韦斯特的只有极少数，只有那种这个，而且呢还是走极端类型的，要不然很难支持凯爷。会不会收拾保罗呀？收拾不了，收拾不了保罗。金卡会不会回心转意？那更是切割了。纳美中的局，宇哥，你说杜兰特对于球队胜率提升仅2%，乔张库都是30%，可科比也是2.9%啊，科比也是2.9%啊。科比有这么低吗？有他没他，科比这个差距这么小啊？这个可能说是参考了后期吧，就是湖人队科比职业生涯末年，有可能是参考了，是不是？在这点上科比有点吃亏。那问题是科比是完整职业生涯呀，那后期13年之后基本没怎么打。那这个就有点不利于科比了。当时湖人队他本身的思路也是摆烂，科比就完成最后一舞嘛，这有点拉低了。你抛开最后那2年不谈，因为那2年胜率严重拉低，你光考虑之前的话，我感觉应该不会说这么差，应该不会这么差。科比抛开那2年，你之前有他的话，起码是5%-7%，不至于说那么低。大帅两万分，宇哥，请认真分析汪少爷。大 S 和光头在各自领域的历史地位要有给出佐证啊。汪少爷，大 S 和光头啊，就那大 S 新处那个老公啊，还有大 S 和这个汪少爷。我感觉这个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因为什么，你比如说啊，你这明星之类的，大 S 本身年龄不小，据说比这个汪小菲还岁数大呢。我不知道具体图意啥，图啥呀这事儿啊，我感觉好像说意也不大。当初那会儿是被对方的名气所诱惑，实质上都一般人，都普通人，有啥区别呢？只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啊，比较特殊而已。当时啊，汪小菲他现在不也创业的吗？是不是干买卖干的还不错，看起来仍然这个有东山再起这种迹象。大 S 和那光头啊，大 S 现在年龄也大了，主要是年龄太大了。那光头呢，光头现在是二婚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半路夫妻其实生活当中私事儿啊也不少，很多也是挺烦人的。所以现在我感觉这汪小菲单身状态啊，活的可能说还是比较快乐的，有可能，还有可能。爱穿牛仔，宇哥，我有一个兄弟叫程畅，兽医专业，马上要考研，能否分析他的名字并祝他成功上岸呢？程畅啊，兽医专业，
祝福这个程畅吧，兽医专业考研呢，考是得考个研，因为现在顶级兽医，尤其是什么，你自己真说想要开一个大店的话，那你得有职业资格呀，而且你得扎实自己的学识阅历，要不然的话，今后你真说临床开始主刀了，很多手术你做不了，那你这个怎么能够创出在这一片区域之内宠物医院的名头呢？宠物医院也得有这个顶级主刀大夫，这样一来，你这个因为宠物医院是一个长期经营的行业。你未来你得积累人脉啊，积累一些宠物主，对不对？所以你得是有这种手腕嘛，所以加油吧，争取这个多学，磨刀不误砍柴工，未来有朝一日你帮一个兽医啊，开个兽医点儿挺挣钱，反正据我了解挺挣钱，这帮兽医点儿一年干得好的七八十万稳拿，干得好点的规模不算太大，七八十万稳拿兽医很挣钱，当然你得干得好啊，那很多人毕竟这玩意儿也得竞争。兽医也现在竞争也比较激烈，但干得好的七八十万一百多万稳拿，兽医非常挣钱，这东西也属于是暴利行业了，进价成本价很低，因为它本质上也是大夫嘛，开个牙科医院差不多，甚至比牙科医院都暴利。牙科医院那你补个牙多钱，那该多钱就多钱，因为毕竟有公立医院跟那对标呢，实在不行人去公立医院了，那拔个牙补个牙到底多钱，种牙一个多钱，明码标价。兽医这个那不一定了，这玩意儿就是非常贵。OXY 宇哥，昨天是美女邵从云的生日，能否祝她生日快乐，并分析她名字？谢谢宇哥。邵从云呢？从云呢？从云可以吗？就是从云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就是自己啊，生性这块呢，属于随遇而安型的。云不就这样吗？变幻不定啊。那这个，沧海桑田嘛，这种感觉云呢，所以他呢随遇而安型的，无论身处任何场合呢都能够融入周围的环境，适应性很强。你接下来你无论说遇到哪种人啊，今后的老公什么性格，他都能够扮演好一个贤内助啊。邵成云呢，祝福这邵成云啊，祝他生日快乐。给勋中的大宇哥，上班崩溃了想躺平，可以北京房子卖掉找个别的城市一辈子吗？估计500个 W 啊，北京房子卖掉找其他城市一辈子，差不多够了。因为你这东西你只要资产合理配置，不炒股票，因为你这个500万一旦炒股票啊，亏了200万，你剩余300万你就有点吃紧了，非常吃紧了。你要是仅仅是500万呢，合理配置资产，是不是这样？存银行，吃定期，再有一部分呢，搞点理财。如果非要买股票的话，拿出来10%，最多10%，十亏没了那就不买了，或者说你长期持有，这么整也行。你这么合理分配资产，你在东北地区啊，找个小县城，你甚至不用搞找小县城，正八经城市，三线城市，锦州、鲅鱼圈之类的，那还旅游城市呢。当地买个房，估计多少钱呢？一套100平米的。你都不用那么简单，就是说你可以完全住啥样的呢，买个200平米300平米，装修呢就是基础装修，硬装修你搞一搞，你比如说地砖啊墙板实在不行都给整一整，花不过钱。家具家电呢这块节约点，节约点那你就是整个这个装修投入没有那么高。你别说你300来平方的装修，如果说你有意控制的话，就是硬装这块你给他打下好的基础，软装不要，软装不要，干净好收拾，屋里200-300平大概能多钱呢？比如说在锦州，锦州就是城边的200-300平的房子，20万拿下了，20万绰绰有余，加装修30万，你都足够，加装修30万，你这么整呢？你手里还剩470万，470万，你在存银行一年吃利息就是200来万。吃利息啊，盛京银行现在利息多钱？4%，那你400万一年16万嘛，那还行，剩余70万呢，买点股票，对不对？再搞点别的，绝对够了，躺平够了。人这辈子不就这样吗？你这个生在好家庭了，从小这块有北京户口，有北京房子，你这辈子如果说不打算结婚的话，一辈子玩游戏玩到50-60岁，等到60-70岁往养老院里一住。一辈子那就稀里糊涂，反正也过完了嘛。人就这样，在于当下每一天的享受。所以你现在躺平啊，我感觉也行。利息4%，沈阳就这样，
因为沈阳东北地区经济不太景气，银行呢吸储挺费劲，所以他就是给的利息都高，定期呀、啊、给利息都高。哎呀，峰哥来了，峰哥亡命天涯，能祝福我成为独立 UP 主后事业顺利吗？啊，峰哥现在成为独立 UP 主了，跟之前那个公司脱钩了。脱钩的话肯定更加顺利啊，因为峰哥他完全是有实力进行单飞的。你现在基本上呢可以自己组建 MCN 机构与原有的公司对抗，当然有没有竞业条款呢各个方面。当然我感觉以你在公司当中这么高的资历，应该不会说限制到这种苛刻程度。而且你效力年头也够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尚且你功高震主啊，现在有点。所以早日这个离开这个环境呢也不错，因为这就这样，那古代君臣嘛，君若疑臣的话诛之，臣若疑君呢反之。所以你差不多就在公司内部啊，已经基本混到头了，现在及时抽身自立门户完全可以。你现在旗下还有那个有一些人嘛，跟你也都挺信任你的，而且你也具备推广这个年轻人的能力，峰哥这就是自立门户了，今后啊加油峰哥，自立门户，自立门户没有问题。先整他一个亿，七不懂事儿，领导敬酒你不喝，领导走路你坐车，领导讲话你啰嗦，领导私事儿你瞎说，领导洗澡你先拖，领导夹菜你转桌，领导听牌你自摸，宇哥排下名次。七不懂事儿，领导听牌你自摸啊，这没有问题啊，因为你这东西最终你可以还回去啊，就是打牌嘛，打麻将啊，你不能整得太假，你这东西就有来有回，你自摸一回，将来你再点两炮不就送回去了吗？就体现呢不是完全让着对方，你有时候这个陪领导啊，你就是这东西你得是拿捏一个尺度，你比如说陪领导打球，对方打你个10-0，今后人就不跟你玩了，就不带你打篮球了。所以你得控制比分到什么程度呢？10-8、10-9，对方让对方投个绝杀之类的。所以你打麻将也是，领导听牌你自摸，自摸一把，接下来再点三炮送回去，这么整就行。领导敬酒你不喝呀？敬酒不喝呀？敬酒你不喝，不喝，敬酒你不喝呗？领导敬酒你还不喝？那就是可以用言语上给拖回去，就你这东西领导你本身体格现在就越来越差，或者说领导这个身体为重啊，就是说你不喝也是象征啥呢，这不太好整，但是正常来讲你都得喝，这不喝差点不太好折，这事不太好折。领导走路你坐车呀，领导走路你坐车也正常啊，那领导走路的时候是属于啥呢？愿意遛弯儿啊，本身这个搁后排座啊A6 对不对？领导一般座驾都在 A6， 现在少了，现在不一定，现在国产车了。下就是遇到同学了，下去就是遛个弯，跟同学慢慢走。你呢，一档挂一档，可不可后边跟着？你这也挺懂事儿，就没有说这个，怎么你把车停老远，慢慢跟着领导要着牌面，这是不是这样？你也显示自己有司机啊，背后尾随这种感觉，保护那领导面子老大了。领导讲话你啰嗦呀，那就是领导讲完之后你再给一方强化印象嘛。领导刚说完了对不对，现在麦克风已经亮了，领导这个等待现场掌声呢，鼓掌啊对不对，周围人啊，领导刚才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再进行一番解释，二次传达，这么整。领导私事你瞎说呀，私事瞎说，那领导干的好事啊，那你要是不瞎说的话那也不行啊，那不是领导这个光荣形象你得尽可能的体现出来啊，平时做点什么好事啊，捐个款呢，你得私下传，把这个事儿啊让人尽皆知，这才好。领导洗澡你先拖呀，你自己得先拖呀，先拖完了去开好这个水龙头，提前拿好号牌，争取搓澡这个一切的东西你都得先去安排，所以你不得先拖吗？领导夹菜你转桌啊，领导夹菜你转桌，领导夹菜你转桌，那这种就是说啥呢，领导已经夹完一筷子了，接下来还有其他菜，那你不能说让领导自己转桌，领导刚刚夹完吃完了
这会儿你赶紧转桌，就让领导夹下一道菜嘛，这也挺好。这么着，这几个都还行，就领导敬酒你不喝这个差点，就这玩意儿你不喝说不过去，不太好解释。虽然领年能替峰哥的新公司取个名字，比如臭鱼烂虾专心脑干有限公司，峰哥公司，峰哥公司叫之前的风群文化，听起来就像峰哥自己的公司，要不然能叫风群文化呢？你听这名字，峰哥里边如果说角色矮了不可信呢，他怎么没有叫夏姐文化呢？没有叫这个华夏文化呢？他对不对？你之前叫的就是风群文化嘛，这会儿可以叫什么？叫这个群风文化也行，当群风文化有可能这涉及到名称这块有点太重叠了，那叫什么呢？叫独风文化，独风文化还有点不太吉利，可以叫什么？叫风行天下吧，风行天下，这么叫也行，风行天下，风行天下，这不起的不挺好？风行天下，而且是三风的风，对不对？你这怕重名，其他也会有风行天下，有可能金字边，开天辟地这种，扩张这个商业版图，风行天下，有可能是金字边，有点开山立府那种感觉。风行天下就是山字边这个风，风行天下，对不对？不动如山，但是呢，大地变幻。你这把就没有说万事万物，他说有不变，永恒还是变，就是沧海桑田有这种感觉。风行天下代表什么？版图变化，我顺势而动，对不对？借势而为，版图变化了，风山风不也能随版图而动吗？风行天下，这挺好。风行天下吧，啊，这个正义的数据，宇哥能不能分析一下 NBA 各大球星如果不打球，按他们的性格会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不打球啊，不打球，保罗就是还是当个工会领导之类的。你比如说其他什么工会，汽车工人工会、石油工人工会，很有可能。保罗天生有点像政客。勒布朗詹姆斯呢，他就是当一个这个什么玩意儿啊，可以承揽个这个装修工程之类的。勒布朗詹姆斯。挺像詹姆斯，实际上詹姆斯也挺像这个老板的。凯文杜兰特呢，就是干个工装队，就是他可能说没有那种像詹姆斯这种成立大公司的这种运作方式，他可能说有点弄不过来，成立个工队，就是他是个工长工头，这么整。旗下呢，木工三人，瓦工六人，这么整，带着一支队伍专门给这个勒布朗詹姆斯的公司啊接活的，承揽一些工程，这么整。库里啊，库里有可能打高尔夫之类的，差不多，因为他这种空间这个距离感呢，在很多运动项目当中都能够被运用，空间距离感，打高尔夫之类也差不多。从小啊，想毕业的 PhD 语子好，今天1.5被包夹85，塔的被1.5单防95，这场比赛俩人谁更没根儿啊？塔图姆赢了，杜兰特输了，而且卡尔特人其实伤情这块比篮网队啊要更加恶劣，环境这块更加不理想。斯旺特不在，斯旺特 DPOY， 内线这块罗威不在，俩 DPOY 以内以外，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都是首发，损伤程度比这个本西蒙斯啊明显二大于一嘛。所以今天这卡尔特人还是赢了，说明卡尔特人塔图姆打太行，领导有方。这个 SENICHA 这刚才没看着啊，这个若 NBA 开启大航海时代啊，张库杜分别应该食用哪种恶魔果实才能保持各自的统治地位啊？开启大航海时代，张库杜分别食用哪种恶魔果实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啊？库里的话应该吃什么果实呢？库里橡皮果实呗。因为橡皮果实这玩意儿好用啊，橡皮果实，那就吃橡皮果实。库里适合吃橡皮果实，因为有用，一定传承嘛。划时代选手詹姆斯吃什么果实啊？
詹姆斯吃什么果实？詹姆斯就吃了个什么玩意儿？詹姆斯，哎呀，吃果实，吃什么果实？他吃了个，就凯多那果实就行，凯多那个啊，岩浆果实啊，岩浆果实也可以。詹姆斯长得有点像赤犬，赤犬现在这个动漫当中是不是留胡子了？好像是留了一嘴连毛胡子，长得有点像詹姆斯。詹姆斯的体格跟赤犬长得也像，都是非常魁梧这种类型。詹姆斯吃的岩浆果实吧，然后这个杜兰特吃那个闪光果实，跑得快，吃闪光果实有点像黄猿。杜兰特长得有点像，他要是岁数再大点那可能更像了。黄猿也是大个，这个三大将里边就黄猿个儿最大的，他呀。WYNE0313 宇哥，我的好兄弟杨海洋，二战考研成电计算机，希望他今天成功上岸。临考之际，宇哥能否分析其名字并祝福一番呢？你的好兄弟杨海洋，二战考研成电计算机，什么玩意儿？二战考研成电计算机，成人电子计算机呗？啊，二战考研。祝福吧，这张海洋嘛，就是说这辈子啊，尽可能的就是，遨游于天地之间，享受的就是一个自由自在。所以海洋嘛，无边无际，自己放飞自我，完全可以。即便是年龄大点了，已经二战了，无所谓嘛。自己这个生命啊，由自己把握，自己的未来由自己完全掌控，可以考这个计算机。祝福他成功上岸。每日一罗宇哥，如果保罗退役后买下太阳队当老板，聘请费舍尔当总经理，乌杜卡当主帅，球队是否有前途啊？太阳队当老板呢？太阳队当老板，他买不了，没有这个资金财力。他就算说跟齐达尔合买的，也是个小股东，他不可能做主事儿的。所以太阳他买不起，聘请费舍尔当总经理啊。当然可能说这太阳队让他当一个表面的头面人物，总裁之类的有可能。聘请费舍尔当总经理啊。费舍尔他没有这个管理才能啊，至今为止他一直赋闲在家，他干其他的了，当不了总经理。乌杜卡当主帅啊，乌杜卡那也是场外有花边新闻的人，不适合当主帅。球队是否有前途？没有前途。吴才才，宇哥评价一下最近勇士的表现，另外有解说吗？最近勇士队啊，下一场应该是不解说，下一场我解说哪场了？湖人队的比赛吧，好像是。啊，对，勇士队是11号还是13号？当时凯尔特人打勇士那一场比赛解说，先整他1亿。这个之前讲了，这个，王 HUST 宇哥能祝贺我明年研究生顺利答辩毕业吗？祝福啊，这个王 HUST， 祝你研究生顺利答辩毕业。答辩这东西其实也很多时候走个过场，跟那个考官呢，你的导员啊之类，他们组成这个。这属于什么？这个考评的这么一个团队啊，也就走个过场、啊，指点你几下，三番五次的，可能说来回改一改，最终阶段你肯定还是能过。祝福你能够这个顺利答辩毕业啊。DEVIL 之意，宇哥，乔治跟巴特勒谁带队能力更强？麻烦宇哥分析带队能力啊。反正目前展现出来还是巴特勒能力更胜一筹。这个保罗乔治就是生涯早期那会儿，一开始带队干进2次分级决赛，但巴特勒现在带队领军带队表现已经超过他了。而且之前巴特勒在公牛时期呢也是当老大，巴特勒目前为止就是在费城七六人他当的不是老大，但在其他球队基本上要么是老大要么就是准老大。公牛后期中期那不都是老大吗？森林狼时期外界起码认可这个金巴特勒呀，也算球队的头面人物，所以巴特勒当老大时间本身也长。免疫力 plus， 宇哥看你3-4年了，去年晚上听你直播学习上岸西北工业大学了，可以祝福一下我吗？啊，恭喜啊，这个免疫力 plus 就是免疫力挺强，这个小孩看来平时啊没少锻炼，经常锻炼的保持自己体格这块成为自己今后啊学业发展一个强有力的支撑，那你肯定能走得远。所以祝福啊，这个免疫力 plus不光是考上西北工业大学了，你这仅仅迈出第一步，未来呢你还得是埋头苦读啊。今后如果说步入职场呢，你还得再接再厉。人生就这样，一个台阶接下来还有
更高的台阶，希望你每一步台阶都能成功跨上，在合适的年纪做出合适的成绩。祝福你啊，祝福这个免疫力 Plus。 先整他一个亿，我以为你周二播呢，这个下次直播微博或者 B 站发个消息可否啊，如何评价库里在勇士球馆那四个超远射篮，五个吗？应该是五个吧。至于说发个这个消息啊，没啥消息可发，正常周一不直播吗？周一正常直播。至于说库里投那几个，那个现在有一些细节已经抠出来了，确实轨道这块发生了改变，而且这个球速啊突然之间加速提高，这不是正常符合自然界当中物理规律的，因此这个应该就是合成的，就是后半段给掐掉了，接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片段，接的其他片段最终是合成的，或者说完全是电脑通过一些动画手段整的这个球。你看那个球表面的光滑度啊，跟一开始库里撇出那个也不一样，都有一些区别，那这应该是合成的，这有点假了，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感觉有点假。你就再怎么准，你即便是库里，他不可能说是单手姿态，如果库里是双手姿态，而且位置不是在完全的底线，是在这个自己半场，但是距离 logo 啊可能说还有一两米，如果库里是这么推出去，我比较相信，但你要说这姿势不可能，这姿势太扯了，太离谱了，那姿势明显离谱，但库里要是这么投，我都感觉应该是差不多库里能干出来这事儿，但他那个投篮姿势太假了。这个先等他一个亿，宇哥看你以前的直播录屏，发现你居然会霹雳舞和火影结印手势，可否在直播间给本天才们再展现一波？谢谢。我不会霹雳舞，什么霹雳舞啊？我不会霹雳舞。至于说什么结印手势，我还不会结印呢，怎么结印呢？我不会结，不会结，这么结呀？这么个解法是不是？各种结，反正结印。再见了各位，咱明天晚上再见啊！再见了各位，感谢这个先整的一个亿水果挺甜单身小无狼白马王子的叔父和这个京都卢卡0313和这无财财第九赛道和这 HUST 1412免疫力啊！再见了各位观众，咱明天晚上再见啊！宝宝啊，宝宝，宝宝，他这个睡觉呢，现在不看他了。猫啊，猫送宠物医院了，他又复发了，他那个猫癣又复发了。宝宝啊，宝宝，这看一把，以后一个礼拜看一回了，不能老看他。今后这个你再让看，我也不看了，不能老看他，没啥可看的，还那样。宝宝，过来啊。这猫出去看病了，它待着也没啥意思。过来，宝宝，出去玩吧，宝宝，出去玩吧，宝宝，出去玩吧，宝宝，过来，你好。